一个国家，因为国家谁？看我怎么知道国家选？随便拿一点，随便拿一点，随便拿一点。你家怎么样？你先选。对啊，孔雀王朝、欸，其实还应该都是啊。不知道给我第一个开了。这边不是，这边是中那个公共区。哦，所以这边八个是你，二四六八十六个，十二三十四十五十六哦，有可能。米诺斯，好、啊，埃及啊，埃及啊，好熟那个，对对 ，Egypt。一级，他这个套子就丢掉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对啊，你就把那埃及的套子也丢掉啊。真的套丢掉哈。这个要洗吗？不要。要洗吗？要洗吗？没有，要先分符号。来，下面有月亮，有加号，有圆点跟一个二。分各种叠就对了。哪里有月亮？左下角，左下角。哦，月亮怎样？分开就对了。一个月亮是，然后正号是一叠。然后还有一个没符号的一叠。对对，还有一个没符号的。还有一个圆点的一张，我圆点这样可以混洗在一起耶。对，他有说扩充全部东西可以混洗在一起。认真。对啊。那这里丢掉。我还有动乱的。你确定丢掉不是吧？是要留着，留着到时候那个用完再把它套起来。来，先拍一张啊！用完才套。我觉得这游戏还不错。在用之前就要套了吧？啊，你也可以玩套啊。要不我说你的目的是什么？用完套是什么意思？就是。用的时候把套子拿下来，然后用完之后把套子套回去。对，干在说文解字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游戏叫什么、啊？帝国经典。对啊，你怎么叫经典？哦，下面写啊，你当他是看不懂，我文盲的、啊我，我不是字的。我还是玩波斯战将，目不识丁。波斯战，那个新的种族好强、啊，而且你知道他在黑色星期五便宜一半耶、啊。黑色星期五的时候 ，Steam 啊，你那时候买300多，对不对？我后来买100多而已。哎，黑色星期五是不是已经过了？那只是属于过了。哎、今天好像可能最后一天。你说西方霸主还是？对啊，都是啊，我们两个都买啊，西方还印尼王、印度王朝都买。跟两个都买，印度王朝然后嘞？好了，一个了，来，那个下面有一个二的，那就是中间是那个水符号，这是你的国王牌，按 A B 你自己选。A B， 中间水手牌上限增加。我没看到啊，中间水。下面有个二，你先听我讲，左下角是二的，然后中间是水的。真的 ，A B 面是选的，对吧、啊？并且就是你的第一张牌，左下角是二，火是什么、啊？中间是水的。这个红色火以发展是什么？你没有二对不对？那就是在这边了，靠一条。这是你的，火是动乱，会让你扣分卡手牌。对，哎、啊，等下，接下来讲的是关键字哦，要记得哦，这叫势力牌。势力 ，OK。就是你的势力有一点。对，是待会的历史牌，就是压在它的下面。好，所以请他先把它放在正中间。正中间，好，对，好，正中间的。对对对，别这么歪，就是长那么歪，偏左边。正中间。那、如果你还有、如果你还有其他的二的牌的话，就也要把它放下面。如果有，三小，等一下，你刚才讲你说，就把它放正中间。放在正中间，好。对，你有两个。我有两个，因为我是那个。干，为什么你有两个？什么事件牌？就是你这样作弊啊！发展你怎么会这样？可是你说可以选 A B 面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尼罗河患难。好，那你们等一下待会再看，然后再来。点点只有一张，点点只有一张，请把点点放在你的势力牌上方。其实放在势力牌上方，对，我势力牌中间主要放在上方的。我是解释给看的人听懂的、对。然后接下来没有人在看呐、哎，好可怜，没有人在看。然后接下来你有月亮牌，月亮牌。然后月亮牌洗完以后呢，请横的盖在你的点点牌上面。所以我也是放在点点牌上面，然后放置，然后这样给人家看嘛，对，好，看这个是国家牌库。刚好想拍歪自己的脸哦，想笑一下。国家牌库，你说放在那个点点牌的上面，对对对，把脸遮住就是了。对对对，这是国家牌库。OK， 对，就是你如果待会牌库空的时候要补牌进，就可以从国家牌库补。干，我根本没有什么。所以月亮牌是放在国家牌库 ，OK？ 那剩下加号跟没有符号的牌嘛，对不对？熄火。加号牌呢是发展牌，放在国家牌库的左边。加号牌放在国家牌的左边。我现在给这个叫发展牌。对。那你说刚这个叫什么？国家牌。国家牌库。OK。那下面这个叫什么？这叫做领袖牌。对，叫啊，领袖牌啊，不是啊，它其实概念是势力牌。上面黑。那这个呢？这是势力牌。领袖牌。这是势力牌。然后上面那个是一样的。我先讲它的概念是，等级势力，你的罗马兵，没有，我没有。然后这个是你没有这个画面，蛮族。你用这个看，你用这个讲，你用这是蛮族的概念。蛮族。所以那你蛮族，等下这边抽完以后，你会看到你会出现你比较强的、那個哦、头就露出来了。然后这时候你这个一旦抽完，你接下来抽有可以买的就是这个牌。这是比较强的。你进入帝国时期 ，OK， 帝国时期从蛮荒时期变成帝国时期。早说对嘛，这不清楚啊！不要再演了。然后这个就是有点像是你转换的
很重要的一个关键，就是国王出来，就像凯撒出现的那样，就国王出来的这样子，统一嘛，他写统一嘛，所以要先把统一遮住，是不是恐吓这样？然后再加上一张这个国体，就是这个帝国裸体，裸体，国体，帝国。这在哪里拿？放左边，放左边，放什么？左边，左下，左下，代表说你现在的政体是蛮荒族还是帝国？哦，这抽完了就可以翻面这样。哎呦，靠，你会玩哦。好，补充说明一下，来哪边抽完可以翻面？这一抽完，这就会翻面成帝国哦。然后讲一下，红色的这里是蛮族，你手上如果有红色的牌，你只能在蛮族时期打出哦。你买的是蓝色的牌，你不能在蛮族时期打。然后买蛮族的牌不可以在蓝色的对，没错。哦，我昨天有大概梦到啦，有一个人就是在梦中说：“哎，我跟你讲哦，这样子。”哦，梦回来这样。对啊，所以这个是蓝色的牌，那我现在只能打红色的牌，然后弃牌堆在这边这样子。那你红色的牌只能在红色打。你没有符号就是可以都可以拿。代表你哪个时期啦、啊？你没有符号就随便。你可以偷偷把它翻过来，我们不会有人看到，因为你在荧幕里面。对对对，你看就帝国开始的。太隆重。然后所有的箭头牌。放到太空时代啊。箭头牌。箭头的牌，请交出来。我没有箭头牌啊。对，不是每鸟头牌，不是每个人都有。哪有箭头？亚瑟。从哪边看箭头啊？左下角。亚瑟凯尔特。我没有哎，奥尔梅克、大秦、乌托邦、维京才有。但有大秦，我要换。有啊，有大秦哦，就他玩那个，就他刚输的那个。你要玩给他输多分，拜托，干。看他的国产。这个要洗到公共牌库。啊，你说啊，这个要洗到公共牌库。他自己的个人的洗到公共牌库。你说箭头的要拿出来给那个，什么叫箭头？这是个，可是这个是动乱牌的。你到底在公？所以有些国家会增加公共牌库的那个比例不一样。有可能。那你就是自身带来动乱啦、啊！你要干嘛、啊？为什么把我推开？不要给人家讲解，这样讲解完了，各位观众你们懂吗？不懂，好，那就算了，反正没有人在看。超级白，受不了。大秦帝国，那一进来他就一直靠腰说：“干我每回都一直被饼干拿。”对啊，我拿只拿两句，然后两句被他干走了，然后被煽动了。这可能跟人品有关啊！我对啊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这是跟玩家有关嘛。就有人想说啊，我好爽，每个月我每次可以拿两支，然后另外说好爽，我每个月可以偷人家玩家两支，然后就干、来，那就不要拿就好了。我现在不要拿，就不能拿。可是你不拿，啊、你不，为什么就玩穷人流嘛？工程机的，为什么要加入那个啊？不用幻想，这没钱，这里都是不对，因为你不拿那两个，他可能是因为这里抽完是一个挖到空这样，一个游戏结束的空手牌，他可能是让穷人就没得那个没得抽嘛。我可以想到的是这样吗？空手，你说为什么把它放那面是？因为这个抽完也是一个游戏结束的条件。哦，是哦，对对，所以他可能加进去是延长游戏结束的那个。哦，大家玩太久都是因为他拿那个什么国家，大秦。那接下来这手下有空的就是你了。基本牌库，手牌牌库，对对，那手牌有洗完抽五张，洗完就抽五张。好，那它这个不用洗，对不对？这都不用。那个到时候你买可以自己从里面挑一张。那我这个我也可以用凯尔特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然后这个我们都可以用。那一人一张，我们玩双啊双将吗？你的脑袋完全控不了。双将啊，没有，我那个双将牛肉，那个就飞在那边，然后我牌库超厚的，十张，那我抽五张，那这个我要从也放旁边，从那边抽，对不对？所以跟这边抽是不一样的，完全没有关系。我可以从这边抽，也可以从这边抽。他是说这边用完从这边抽的，对，就是补。你先排，你先排库用完以后，你要抽牌的同时才从动的补上。那这个直接放上去可以吗？不行，不行啊！他怕，你说这不是抽完才会从这边抽吗？不是抽，是加一张而已，加一次加一张而已。那你说这边抽完加一张，对，然后所以这边抽完五次才会加五张进来。对。啊，突然这么复杂、啊！我刚才没想说，如果是你直接从这抽，我那我了解，叠上去是一样的，那为什么不行？反正它要慢慢进程就对了。对，哦，所以用完一次才补一张剑，然后洗一洗，對對對，然后再弄完一次再补一张剑。哦，你这样你看又没有在中间来移回来，然后它规则是，它其实有限制你的行动量。来，每个人拿三个圈圈，三个圈圈，三个叉叉，这个吗？然后五个叉叉，圈圈大老爷，你全家的叉叉。到底是圈圈个圈圈个叉叉个圈圈哪里有圈圈？哦，你说圆点点啊？嗯，当然，因为我很难沟通。对呀、啊，干。这个三呢，代表说你可以做三次行动。那叉叉是什么意思？三叉是你可以，你可以叉三次，你可以敲人家五次。所以我要拿三个叉叉吗？五个叉叉，五个叉叉，对不起，五个叉叉干嘛？它叫可以叉五次啊。有一个关键字叫浩劫。浩劫哦。比如他如果写浩劫的话，首先你要用行动牌把它拿出来，然后再放浩劫处理它。然后就才可以发动，那我可以放人家放浩劫处理它，你就想才能发动那张牌。就是我打出浩劫，然后把这叉放人家。不是不是，打牌需要圈圈，
你牌上面有一个叫浩劫的，你要花这个东西，花这个。只能浩劫自己花完就回去中那个。他每一轮结你结束时会还给你，是不是这样？哦，所以你一轮最多只能打五个叉叉。对对对。那浩劫那个牌就废掉吗？没有，你看牌都在你手上。哦，看那个牌的浩劫那张牌用吧，那我可以耗在别人身上吗？不行啊，那是你家的。然后牌一动就没有。你只要牌上面是昂勾引的那个无限符号啊，就它会吊在场上。勾引？它小啊，哪里啊？昂勾引是英文的，就是永久持续在场。哪里？哦，你说无限哦，哦，上面写昂勾引，正上方它写无限，上方的两个这样子，但还不够秀一个说，哎，这样叫我拍到，像这样对不对？上方的两个宝剑，上方的两个宝剑。上方宝剑，你拿明朝的，不是哪里啊？我没有哎、欸，那你就没有啊？你给我看一眼，你给我看一眼哪里？一眼瞬间，上面啊，那不是无限符号吗？你不是说无限符号吗？对，我说无限符号，他到底、那你为什么讲上方宝剑？宝刃，你靠背啊！我是真的听到宝剑，我在找剑啊，我哪里有剑？他好像哦，我找到，我以为这有剑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眼睛不好，那我其实眼睛知道为什么用这个去限制他了。眼睛不好，不是因为他还可以把牌库弄完，然后开始快速发展啊，所以他快速发展也要限制。对他刚刚讲这个是什么？就是打出来之后是永久的常驻卡，不然你就全部都用掉了。也应该是吧，无限是打出来之后变常驻卡，对，他就一直留在场上，然后就一直会有那个效果。然后他有舍弃跟废弃，不管是哪个弃都是进你的弃牌堆。舍弃跟废弃有什么不一样？舍弃跟废弃都是进弃牌堆。还有一个是弃手牌，一个是弃场上。哦，进手一个哦，进手牌跟从场弃场上，那一个是舍弃，一个是废弃。啊，到时候我看哪个是哪个，再跟你们说，对不对？对吧？舍弃跟废弃盖，到底有什么差？他就说一个是舍弃跟弃置，舍弃，反正一个是从手牌中弃掉，还、一个是从场上你已经打出来的。舍弃掉是场上的弃掉，舍弃。啊，如果是弃置的话，就是手上的。手上的弃掉，那还有别的弃吗？没有，就这两个。哭泣。哦，石弃比较难。那他有一个特别限制，就是你要剩下，你要有这个符号，你才可以。开那个加牌啊！假设你牌库用完，你这回也用了五次这个，就不能开，你也不能加牌进去。哦，他规定，他规定的。就是你浩劫用，所以我要留一个加牌对不对？加牌要留。如果你手你要抽牌库的时候，加还是擦？擦啦！这样看着擦，这样看着加，受不了！你们到底想怎样？那这个浩劫，所以他写浩劫冒号是不是？这到底是圆圈还是洞？像这样子，我真的没浩劫。浩劫靠背，我以为是什么经历什么浩劫，干他妈的是 exhaust 干，你妈浩劫，我以为是那个什么经历大浩劫那种，因为他常常感觉是很不好的、啊。对啊，我想说哪里有浩劫干？为什么我没有浩劫啊？等一下哪里有浩劫？我没有啊。是我故意说就是浩劫、欸，我没有浩劫，我说动乱了。应该是你他妈就讲不了浩劫，我就继承这个浩劫。我没有浩劫，我也没浩劫啊，只是他有啊。啊，自日呢？啊，你会慢慢讲啊。对不起，你继续讲。还没讲完。自日就是一。好，我们先选择骑士玩家来，再选剪刀石头布。你先。布都可以。布。那布。好，你先啦，我最先。那等一下就是。你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啊。这叫自日牌，一轮结束就是会进到自日这个效果。自日，对对。上面如果写自日的话，就想一轮结束就会有那个效果。OK 啊。自日。哦。有看到了吗？有看到了吗 ？OK。自日。那个。有，我这边看到。有啊，有啊，我们这边有写字啊，有啊，有。太威啦！啊，你都还有放这个分类哦，哇，太威啦！太威啦！哇！哎，我再讲几个概念来。勃艮第也很强的。那个，如果写购买的话，就是你开的地方买，要相对符号要对哦，才 OK 哦。购买上面写购买这个符号，你是只能拿开着的。那你买的时候，连底下那张牌要买，叫做动乱，你要买。哦，动乱是扣分就对了。对，而且会卡你手牌，因为你根本没得用。哦，因为如果变帝国或什么就不能用。不是，是你抽起来抽你手上，它不能，它没有任何效果啊。它就减二，它就减两，游戏结束减两分哦。你要把它移除可以，你要花资源，这样 OK 哦。花什么资源移除？上面有写人力资源，人力资源或者是。哦，所以你要想办法抽那些要把它移掉。对，把它移除。然后我先讲一开始的话，大家有一些初始资源是。对啊，这个翻了吗？還沒有我先给资源来，每个人拿三个红色的物资和两个人力。啊，这个有什么差？还有一个箭头，这个叫分数。三个物资和两个蓝色的，就这样。两个蓝色的，三个物资，两个蓝色的。啊，基本上这个用完就没有。两个蓝色，三个物资是哪三个？红色。三滴血啊，跟两个人啊。三个 HP 和两个 MP 啊。OK， 这样子。对，这 MP 吧。啊，基本上每一轮结束时，一定会还给你三个。你在笑什么？三个。
行动和五个叉叉，那 OK 好。就三滴血跟两点魔力、哦。购买会哦，购买就是买上面的。好，开着一起买。这个分类有特别什么？就是它这是领地的意思。哦、好，我再讲，然后有个叫突破，突破的话就是，我跟大家讲，突破的话就是你可以选上面那个颜色 ，OK， 白色，选突破。哦、那你这就不会拿，不用拿。哦，要突破那个。哦，所以突破一定要看下面，一定是看相对的符号，一定要。哦，那那一般的是要看什么符号？打字如果不是突破，购买没有，都是购买或突破。购买和突破唯一的差别是在于有没有拿底下这个动画。哦，啊，都是看这个符号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突、哦、破、哦、就是你可以付相应的那个研发科技，然后会再获得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对，就是。好，然后我继续讲那个，再来是叫做突破。突破，你除了拿这个，你也可以直接抽一个牌库，用抽的。突破可以，就是突破可以动。你为什么会下面那些放动漫这个不会？因为这领地，领地不会给你动漫、哦，其他都会，其他都会啊。好，我开始讲，转一些关键字哦。关键字，等下都要看。Keyword， 对，在这边都有，你们到时候我们两个看，然后你们两个看。我没有、啊，可以吧？我没有、啊，好、哦，没有、啊，你看，你看，我再问你就好了，因为我这边懒得放。你问他啊、哦？问他，有没有搞错、哦？问完之后，然后感觉他说你是气势没有是移出了，你是购买没有移出。好，我跟你讲，我没牌了。一定要讲的事情叫做进驻，尤其是领地这个牌。进驻什么效果呢？就是你打出来之后，说你可以进驻一张牌，就是把一张手牌，可以弄东王，把它拆在底下，可以啊。但是你分还是你的分牌啊，还是会扣分啊？靠背这样会进驻的，这样可以哈。而且移不掉，进驻是关键字，进驻就移不掉了。基本上这几个关键字是购买、突破、进驻这三个，基本上最常用。购买、突破、进驻，就这样讲完了。讲完了，好，可以开始。不是、啊，我要把这个牌弃到弃牌堆，哎，弃到你说移出我这边的那个，也不是手牌，不在弃牌堆，那个动作叫什么？那就你把动乱怎么用掉？移除吧。没有，是动乱上面写的。它是行动，将本牌放。哦，你要打出来。好、哦，它上面每个动乱都不太一样吗？都一样，都一样。那最后讲一下，你打牌出来就是先放一个上去，代表你剩两个动作。哦。OK 哦，再打第二张。是动嘛？这是动嘛？不是圆圈，是动嘛？啊、动数嘛、啊？你有五个动作、啊。对啊，我们有五个三个动啊。Okay, 好像可以哦。好，所以有些什么不耗行动数就可以不用打它。对，免费打出就是你不用花就免费不用用动去打这样子，不用打动。你要打干嘛呀？这不动吗？动作、啊。OK， 然后被动效果自己看，我各自的被动效果自己看你的。那这个到底怎样抽五张哦、啊？那我如果觉得不好，可以重新再抽五张吗？你自己选五张、啊。自己选五张开场，然后发现我好烂，玩的好烂，第一次玩选五张动乱就卡住了。哎，这每次只开一张，所以我要么就只能选这个就对了。对，什么意思？对，没有说，他是说我突破他，那我突破他是不是就只能选这张？对，没错。我没得选。如果场上有这个，那、啊、如果没有的话，就从里面用翻。哦，我先讲一下，这个要先翻完。对。因为它是绿色。我先讲一下这两个排队是排队是这四个符号的都有起在一起，哦，这是特定。那你突破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哪一种突？绿色，你一定要先突这个。突。这个或这个嘛，如果这个空了。你才能选这一堆去选绿色哦，选这一堆 OK， 绿色才能去选这一堆，对对对，绿色是选这一堆啊，这堆空了才能选这一堆。那像这个也是吗？对，都还是哦，黑的也是。它就这两种符号，其实三算四种啊，领地，哦，四种领地啊，然后还有一个是叫盟友，盟友，这蓝色就是盟友了。那、啊、绿色是什么？绿色是大自然，思想的概念，农业科技啊，科技的感觉啊，不是思想，思想，那黑色啊，黑色啊。灰色叫建筑，或是一些、哦、领地建筑跟科技哦。对，然后这是盟友，绿色科技啊。然后这是很强的牌，很强的牌，手都找得出来。啊？为什么有一张是反的放？好特别哦。他就结束了游戏。众王之王哎、欸，然后他是不是就无敌了？对啊，就众王之王哎、欸。对啊，就枪王之王一样的。还有什么众王？我跟你讲，游戏有没有结束？第一个是这个全部抽完。我先讲一下，这个有人抽到众王之王就结束游戏。就 call game 啊。有人抽到，所以他在最下面。众王之王就结束， okay. 或者是有一个人的发展卡全部发展完，也会结束。发展卡，这个叫做发展卡，这个全部这个发展完了，我有点忘记。这个先讲，当你的红色变蓝色，这是全空的时候，这个会放。对，那、啊、你是不是正常来讲结束的时候你是要抽牌吗？他、哎、改为买这个牌，买自己去买，你有看到？对对对，上面有写发展费用。哦、选一张买，然后买。对，选一张买，你自己选。所以每次排队抽完，可以选择买一张。对，但是前提你叉叉还是要留一个叉叉在哦。你怎么六个？什么六个？哎、欸欸，这么多叉，哎、欸，我那个他打得完呐、啊。这样 OK 哦，就是别人
当你变帝国以后，改为买这个东西，改为买一个东西，还是要花资源去。也要，就上面写的发展费用。看怎么买。OK， 好，第三个我跟你讲，第三个最特别。所以这不能随时买，对不起。对，不行，不行。最后一个是这个，这叫动乱，动乱很特别哦。当这个抽完以后，游戏也会结束。那谁最赢呢？就是获得动乱最少的人。其他分数都不记了，好奇掰哦！所以你也可以还给别人动乱，然后你自己一张两张结束游戏。你说这个抽完的话，就是看动乱了。然后接下来这个比较特别，这就是崩盘，我们每个都崩溃了。然后这时候只看谁的动乱少。那哪一个崩盘的呀？这个就这个，这个冲完。哦，这叫崩盘，这崩溃了。可是如果你付完回去就回到这边来，对，所以你要一直抽人家的还回去，你也很难抽完。可是你就卡你动作了，因为你要花动作，这个移除也算动作。太威啦，那个好啊，然后有什么要讲吗？亚瑟王朝的特别规则，我没有那个发展牌过，这个是任务。你要找圣杯就对了。对，然后他圣杯条，圣杯圣杯如果找龙哎，圣杯如果找到的话，游戏也结束，他的触发游戏结束。然后你就赢了、哦？没有，我先放到下面，触发游戏结束。只是触发游戏结束。哦，触发游戏之后他最输。哦，好，有可能，所以请先赚分再找圣杯这样，还是你可以。然后我的这个是骑士符号，它是一个角色人物。他会等一下被摩甘娜哎，哦不是没有啊，上面有些符号的话都会让你的牌有一些效果，对，简单讲这样。那我这边是有帕西威尔啊，帕西是可以，对啊，这个帕西瓦尔爵士，他待会在某些领地做任务做动作了，所以他我会是他的这个领袖比较势力比较特别，他的势力比较特别，他的势力叫什么？自己玩自己，亚瑟王啊，就叫亚瑟王哦 ，Arthur， 就这样 ，King of Arthur， 啊，可以开始，你有时钟剑吗？哎，搞屁，没有时钟剑，好鸟。Nice、你要没有时钟剑，它就是一个小孩剑而已，对啊，用戳的，它本身就是剑啊。哎、欸，所以挺开心哦，抽五张的，看完全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是洗洗抽五张是吧？对，卡牌各组，我现在只那动乱是卡组、欸，我是玩组哈、哦。这什么鬼啊？我没看到没有无限可以打。哎、欸、哦，看一下哦。哎、欸，所以我要看这五张有什么买，有想要什么买。我会建议这样，我会建议你们把这个牌就是尽量靠自己，因为这才不久要出牌去放一起。你到时候至少会放个六七张那种无限大那种被动的会在。哦，是哦，所以我你说我这个放在自己前面就对了。对啊，你可以，我是随便自己怎么摆就对了。应该是这样子啊。无限是放在这里吧，因为比较好看，不然你弄到看、我前面有。放前面，我们要看你到底有没有做错事啊。哦，没有，对啊、就是不要挖球牛。没有，我就一动就来给你们看。我们应该全场都要看他吧。其实可以这样走，放在大腿上。哎、欸，我发动这个效果看不到，看拍他出来哦，打三十张牌了。我是这样放粉的。没有，我先这样放啊，我先看下卡牌，这需要卡牌阅读。但我你说这样放横，你是怎么放？什么叫舍弃？还有水哦？为什么会有个什么舍弃？它是你抽完牌空就是开始抽。舍弃一个水是什么？为什么有水？有些符号牌上会有这种了解，有的有水的。可是这六我才不熟啊，可能慢慢。那舍弃就是要舍掉那个牌，把那牌丢掉。舍弃就是场上，就是对不对？那叫舍弃，那弃字是手牌。或弱。好，那个我再讲一下啊，那个，先帮我讲一下，我不是说你他写可以进入吗？你一直打牌当下才能进入哦，你不能之后再把它塞进去。就是当下你要决定要就把它塞进去这样子 ，OK？ 那、啊、有一些叫做舍弃领地牌，或是被别人舍弃也有可能。那这时候呢，是这个变成弃牌堆，底下这个也会进弃牌堆。哦，弃牌堆，你的牌库可能会本来很少，瞬间进来就变多了。舍弃，但是他那不会移除掉，不会移除，所以光动完进去还是会回来。好，讲最特别，有个叫历史的关键字叫历史。历史，哎，可能现在还没有，有些牌会叫做选一张牌进历史。历史什么呢？就是把你那张牌永久放在你的这个势力底下。就是埃及的 A B 面，有点像是就是加分移除了啦，那最后也会算分数。移除了，因为你不会再进到牌库了。但是它是算张数的，它不是看卡牌内容。卡牌的分数，右下角是分数。那你把东关移除不是？所以不要啊，所以最后还是花资源把它丢掉。你说进入，当我进入蓝色，这些红色都不能打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我你说我要怎么想办法把它滤掉，放到历史里面？有一些牌让你可以把牌放到历史堆，可是放历史堆没有用啊。放历史堆之外呢？它又不算分，算分，历史算分，但不能用，它等于是永久移除。可是像这样下面有没有分数？但我完全没有分、啊。右下角，这是起始牌物，怎么会给你分呢？哦，所以我这个只是弃置，免得将来抽到。哎，将来如果变蓝色，我只是不能打，但是还是可以想办法把它弃到里面去。对，可以。所以有可以弃手牌。这游戏有点有历史牌。各位看不知道做什么、啊，本牌不能用，记住舍弃三个。可以进驻一张牌。
进驻就是你说进驻到，要进驻到领地。进驻就是进驻到黄色，只有黄色的牌才有进驻这两个字。选择，那你说进驻它本身是有绿牌，是不是？因为你可以把一张手牌放在它底下，你的牌库就不会抽到它。好。进步。初期我们基本上很少会进驻啊，因为牌都还是有用。我怎么看我这里面只有一张可以打进步？你刚刚讲舍弃是从牌面上弃掉，从这边，从你前面弃掉。是打出来的牌，还是那个一定要无限大的牌？无限大就是一直维持在无限大的牌啊，一定要无限大的。你牌打出来以后，这一轮就会变起来的。所以并不是打出来的当下，我再打另外一张牌，把我刚刚打出来的牌弃掉，所以要无限大的牌。对。无限大牌要很多张，但他叫我弃置三张牌，最多吧？我可以重洗吗？不行。我这被动一下就有吗？他叫我舍弃三张牌，那但我代表可以多抽一张，手牌上限加一。对啊，没错。干。动乱，手牌上限加一哦，这么帅！这个能力你有吗？你看一下。我的是我，当我从这个牌查看任意数量卡牌，额外看一张，然后获取一个箭头。箭头是干嘛的？我有点忘了。分数。哦，箭头分数哦。箭头是分数。所以我每次看这张，就可以。我可以查看任意牌，额外看一张。那我看这个牌要干嘛？你可以知道它的顺序啊。我不能改它顺序啊。就你，我只能查看的时候额外看一张而已嘛。你从这个查看关心对啊，查看的时候那数量额外开一张。哦，我先讲一下，这游戏有一张牌，到时候这应该是在这一点里面。OK， 叫做荣耀的样子，我忘记了。它就是把你场上的这三者领地给弃掉，弃回来，舍弃。哦，这时候你可以从这边抽二选一。哦，就发展很强。啊，你这等于抽三选一，那是很强的牌。为什么我是一开始我说的很强的？可是它是查看，所以是查看的时候选一张，对，所以它为什么一开始就有啊？那就是有抽到，但是可能在手上就有。还是因为埃及的关系，他不知道。那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但是根本是不是这一张啊？他说有啊，那是一开就有。可是他一开就有嘞。对，那就是。问题是这很难呢。你要有三个领地啊。不会啊，你看啊，一二三，我就三个啦。干，为什么？太扯了啦！我就两，我就两个而已耶。一定会有啦。我一张都没有哎。在你排骨吧，还是都没有？我不知道，可能看一下吧。这边有啊，那我被偷看到，这边有，这边有，对啊，来啊，丢了，干，我留一个下来，牌库里面太多，干，然后讲一下，那我这个什么时候可以用啊？嗯 ，gain， 没有，都是记得，这边全部抽完之后才是抽，然后那个翻面，然后就抽它，没有，你就会露出啊，露出来，然后嘞，你要这边都先进到弃牌堆以后，这里最后一个才会进到弃牌堆。哦，是啊，还要这个抽完才选这边。我以为这个露出来以后，露出哦，是哦，我以为它是长珠哦，所以它对我以为它长珠，我以为它长珠，原来它是其中一张就对了。哦，那翻掉干嘛？啊，干不就好了，算了。他就你还剩几张，你还剩几张？对对对。然后我还有一张啊，对，还有灵秀，这个好了，知道。好，动吧。那我就要抽五张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抽六张。干，你一开抽六张啊？手牌上限加一啊。干，你太夸张了吧？手牌上限增加一。好屌哦！不会啊，我先这个。哦，没有一个这个会三分哎！我靠，每一个它是每四个这个一分是指游戏结束是不是？应该是哦，每四个这个一分，啊，所以就累积人力啊，是吗？你是那个我反面是每两个一分哎，那可能然后什么能力都没有。那我看一下反面什么？他说你 A B 这边随便你选。对，我知道。啊，先买这个。建筑两个，我买建筑，建筑要怎么买？很难哎。这手牌你啊，我先讲一下好了。对。对不起，啊，难怪那时候我们都没有突破。来，我们每一轮那里有三个动作，三个方向可以选。第一个叫做行动，行动就是要丢圈圈。OK， 然后看，嗯，第二个叫做创造，创造就是你都不做任何事情，把手牌全部弃掉，然后可以选一个进行突破。哦，就是，我看都没有做，所以想说怎么都一直买不了。哦，对，不能动的时候就可以创造。对，就弃掉，而且是突破，突破就不用拿动乱。哦，第三个叫反抗，反抗的话就是你也不能做任何动作，可是你可以把手牌的动乱全部弃掉，所有动乱弃掉，手牌弃回去，对，弃回去，弃到弃牌堆还是放动乱弃就是弃，那个牌库用完也太难了吧？很难啊，就对啊，人家不动就随便放回去干，就三个人在拿，然后一个人在补，就这只能偷袭，有可能会结束这样，然后那三个人就更还是要退缩，所以谁是那么怕？就你啥都不做，然后放到弃牌堆，你要么拿突破，要么弃那个动乱，不能一起做。好，我决定了，就三个了，来下去了。刚才太扯了啊！我就全部进了，进驻，不是干，获取一分，好，啊，就这样啊。我每打一张牌就一个行动啊，贱人呢。结束以后呢，就是手牌五到五张，啊，你可以主动弃掉不要的牌，动乱也可以弃掉。OK， 那这可以也可以留着，对不对？也可以留着，然后我就再补五张。就偷看一下这个。那你看，像我这样补五张以后，
因为我是没有多抽牌，所以我不能这时候放一张牌。他是要你要抽牌没得抽的时候才会补这个。OK， 了解了。好，了解。好，我就做完了，换下一位了。换 YZ， 我们 Q 下一家。然后说下一位吗？一三四五是什么？一三四五是什么？够得突破，这是但我没有啊，这是位吗？好像是哎、欸欸，我没有荣耀哎、欸，那我怎么买那个？荣耀是买不了啊，没有，我十张全部抽出来了、啊，真假的？是不是可能是某些任务道具？你讲气质是要从场上气，气质是这边的，气质是不一样，跟你不一样，气质是场上还是手上？手上。你看我的荣耀在这一点里面，哦，舍弃才是场上，舍弃叫场上。哎、欸，那我问一下，我打这张字日，他可以弃置一张牌，选择获取一个这个。那要自制的获取一个这个，或者抽取一张牌，抽什么牌？现在还没自制，抽你手牌，抽牌布，所以现在只是先把它打出来，等下自制。那什么时候自制啊？一轮结束的时候，是吧？我放我前面，四个人都做完的时候，啊，瞬间会有个自制阶段。对对对对，啊，你手上有自制牌，就那时候打。不是不是，就可以发动你前面的自制效果。哦，等于所以我这个打出来不用任何东西，就对了。对，不要要一个洞，要一个洞，要一个洞，要一洞，对吧？你要一洞。哦，那气质选能力是不是很难获得、啊？支付一个或气质两。不会，刚才那个大型能力就很好付。那我知道怎么获得能力，气质两张牌。你可能要看看，因为每一个国家的牌有些会不太一样。哦、这好难哦。像这种牌，我根本没办法做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现在不行。按、啊、我如果以后就可以。然后他像我说气质两张牌，所以就这样，你先打出动乱，然后划一个动作，好奇，再就从这里三个选一个。支付一个人、哦，这个还得要花一个打出来的，然后所有打牌都要选择，只是让你有选项可以选。天哪，就这个意思。OK，、啊、所以我打一个这个，然后我弃置两张牌的话，可能假设、我弃置两张，三个食物，然后把这个用掉，要拿来动乱。自制的时候就要做，弃置两张，弃置弃到哪边？这边你就放回去。哎、欸，这牌是乱买，这超痛的。那记得，因为对，他很强啊。哪有很强？他获得一个行动。耗损，你只要花一个叉叉就可以获得一个行动。你看一下他，啊、那这样子，这个就放回这边。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你还有一个，然后那个洞没有用。一个洞，那我就这个突破，就是选上这一张，或者是这边抽一张。那边不能打，你看这是满足自己。浩劫，浩劫，你说的是浩劫，是放个叉叉在上面叫浩劫。哦，然后我做完以后，我这个就会弃掉。那怎么买？拿取火是什么意思啊？动乱。买。那我就只能突破啊！哎，对不起，你再讲一次浩劫是什么？叉叉放叉叉。啊，这个，所以我如果打出来，先放一个圈圈在上面。它市场放逐是什么意思？然后你可以再放一个叉叉浩劫，看到这个地的圈圈。哦，放逐是那这样干嘛？这不是那弃置，这不是舍弃吗？那等于是打他不用，但是他自制的时候都要对，强制要把某张或支付三个就不见了，然后开一张新的。那所以这个我应该不要现在打，对不对？现在对啊，或者是现在不要买，或者之后再说。那我就或是你有牌，可以让你之后免费的弃掉动乱都在说。我可以免费弃掉动乱，那所以我这个先拿在手上还是弃掉？你可以先拿在手上啊，然后你回合结束时可以主动弃掉不要的牌。哎、欸，那所以说，刚刚如果我这张也留着，那我下一个如果再抽到一个无限的，我这样打三张，然后打这张是顺便把这三个弃掉。不行，他要领地。你说那三个动作，另外两个都是把牌全部弃掉？哦，他说不是无限牌，然后做那个动作，把牌全部弃掉突破，或者是弃掉动乱。啊，全部是三张领地，对，这两个，这也太难了吧？那我拿这个等于没屁用啊，就把它一起用掉了。对啊，或者是你不要选这个，直接抽一张，要盲抽一张。这你在讲的是这个是不是？对啊，突破啊，突破是选或盲抽。可是这个摆在自己面前好像没什么屁用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现在暂时没什么用。我觉得将来会有用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我觉得可能要有一些组合技才办法辅助。浩劫的意思就是拿一个放上去的浩劫，所以他等于是用叉叉换圈圈。对。那我拿它好了，那我这个就直接进历史了。对，购买是进到手牌，对，很强，买了直接打可以打。你怎么可以用抽的？可以啊，突破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突破可以用抽的。他讲了三次哎，购买在听。突破不是是拿没有？拿上面可以从上面，他可以从上面拿，他讲的。排骨也可以，但是没你们说没有才可以拿上面？没有，不是这里没了可以只抽这边。他刚才讲，你看说明书，我跟你说他刚刚乱玩。哦，他故意说，难怪我输你五分。对啊，我大家都没突破，搞屁哦！哎、欸，那我这个要怎么打出来？轮到那花动作还打出来？花动作，我现在花几个动作？第二个动作。哦，还可以，可是你要看第三个动作了。蛮族可以吗？蛮族可以打吗？你这是蛮族。对，我第三个动作没，那所以我这个要拿在手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然后再，然后这三个就拿用回来。对，然后再补到五张。对。试试看啊。他突破。啊？
没有说，没有，我就做哦，把资源花完。我们生日是指我们大家牌全部抽完的时候，不是，是一轮，一轮就一次掷，嗯，哦，所以我每次我一回过一定会有一次掷，对不对？花三个动作。我的征服牌，征服牌是什么？买一个征服牌是什么？这个征服牌。牌的名字，这个我不打出来就不会，还不会有那个功能。对对对，他是购买这个或这个，然后先购买这个。那这样的意思代表我购买，你下一期买。好，这个意思不是代表我的蓝色牌，我的红色牌可以在蓝色牌蓝色时期打了。所以这个超强的啊！你是亚瑟王朝，你是好强哦，我好强哦。而且你亚瑟王朝在哪里？早点打出来，每一回合可以过的两只。这我不知道，好强哦。没有，他只是一开始设置。一二三四，我抽四张嘛，对不对？这样凑五张。那我这个打出来不用成本嘛？就是这个洞，做三洞，那这个比明显全部花完，这是花三个，这个可以购买。怎么又有洞乱啊？到底几个洞乱啊？那开心的要放洞啊。然后这个是我把它移除，放一个人力就能移除，或弃置两张牌，那就弃置两张牌是手牌啊。手牌啊，可以让你快速立牌。那我弃四张好了。你想一下啊。对不起哦，那刚才那两张牌是，我都不行，我只能弃两张。弃两张跟一个人力啊！好啊，那就弃弃牌，打开弃牌，弃弃牌，要分开。这个是摆在面前，就是每次轮到你都有这个能力，就对了。这个没有，可以你打出来的时候，这个就发动回去了，就结束了。那接下来就没能力了。用完的也是弃牌区吗？对，用完了啊。但有个自日的，就是可以这样。对，被动效果。你可以弃置一张牌以选择。哎，那它没有任何颜色，就是随时都可以，就是常驻罗马城。那六颜色就是不是有些是红色或什么才能够打，而且有些都没有。哦，对啊，就随便你啊，你不会受到你的时代影响。哦，有这个的，不会受到时代影响，那就可以这个哦，对不对？放下来比较好，对不对？那你哭了是不是？舍弃也是把场上的移到弃牌区，放回对，二三四五六，放回我有点忘了，放回一个。放牌中放回一个火是什么意思？是动乱，火是动乱。放回是放回掉了。这边啊？哎，你怎么会有这个？这个是在这边的。万月还不会先抽到。看我靠北，我抽错牌，我要从那边抽。哇，又蛮强啊！直接从这边。我想说，哎，为什么抽起来都那么强？奇怪。然后还说，哦，你的牌好强，你的牌好强。哎，走的太强。哎，原来是这个。怎么可以？我要从那边抽，怎么会这么强？哎呦，太好爽！我想说，哎，干了，我怎么好多 combo 可以做？是我错觉吗？感觉他抽这边太强了吧？抽四张，还不错。你抽四张，我好像没有抽多，买了一个不知道什么鬼。不是啊，不是可以抽到五张吗？我抽了六张，我没有。干靠腰，那我抽四张，你说不错吗？你自己抽六张干。因为我抽到六张，我没有抽四张，我没有抽到那么多。我是抽到，因为我有买两张回来。哦。来，所有玩家获得一分。嗯，这么好。嗯。干，那你自己最爽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哎，这个是五分是吧？应该是。你获一分，然后呢，你可以突破，是不是？捡人，突破还是购买？购买，购买，购买，跟突破不一样。像我刚才讲，刚到哪啊？这开什么玩笑？对吧？不要作弊哦！那哎，获得突破，突你个头！明明购买，购买跟突破是不一样的 ，It's different。嗯 ，It's different between。我们忍。Between the between。有两张可以买。杀毁啊！进驻一张牌，进驻什么？进驻是干嘛？等一下，我进驻干嘛？插牌在底下，然后干嘛？短暂绿牌。哦，短暂让他不要一直出来。对，这个是什么啊？没有一个这个。哦，就是说我觉得哦，我大概知道是干嘛。可是哦，因为你绿的越快，你这个就抽的越快，抽越快越容易变帝国。哦，懂了吗，玩家？所以代表你灵地越大，你可以发展越快。领地越大，哦，因为你一直都在场上，然后一直绿牌，然后一直进驻。哦，我这个就是那个领地，是不是？对啊，领地。要有这个符号的才是领地哦。哦，等下自日，我什么都有发动，继续。第三栋打出这个，嗯，我突然发现我玩的不是很好，因为第一栋应该是要把牌库整个抽空的。好奇，我抽空了，你看。我没有啊，我还一张，我还是我还上一六张，我错在这里。我多一个行动打出帕瓦，帕西瓦尔，派西维尔，是会念的派西维尔。换个动作跳派西维尔，我换一个行动动乱，跳派西维尔，进入到一张上面。然后找到美女，然后一触发那张牌打出的效果啊，那打出的效果是抽一张牌，太威了！太强了吧？几个动作？你确定是这样子吗？啊、你不要你动作做很多，对啊，有没有玩错？对啊，你不要，我们没看你的文字就自己随便念了，对啊，就啊，怎么样？他们只有写两行，他念了五行，他说不可以插，然后不可以插在下面这样，这
自己自己练爽的。我看到，我看到，选择放回一张动乱，你可以进驻到一个领地，你的领地在哪里？为什么那个领地？哦，你一开始打出来了，好，然后触发那张牌打出的效果，或你在弃牌堆中寻找圣杯并放逐此牌。所以那个效果是什么？领地的效果是什么？就抽牌可以抽举动牌。哦，那这弃掉啊，派就没有，他会塞到那里这样啊，没有出来，没有出来，应该没错。所以自日没有啊，第二回有，他有自日要发动啊，他打了信仰，庆祝你免费打出一张这个，他是自日所获得一个行动牌，并放回一张。那自日是干嘛？就是要拿个动乱的，嗯，够，我一个就把它抽完，然后就咦，这个是每次拿他都会带一分走这样的，现在哦，他说打开的时候。现在，那不然那个放上面干嘛？其实有个规则是这样，每次我们结束时会放一个。你说一直都没有人买，放一分放在某一个牌上面。哦，如果他一直没买的话，可是我觉得我们后来觉得就是，他只是强迫他这个动作只是强迫有人去买，大家不想买的牌。那很不错，不错。也是可以啊，看看吧。我不知道规则是说，我又没有第一次玩哎、欸。你刚才问你们俩刚才玩的情况，觉得这样有没有影响啊？没有啊，就分着丢所以、哦、他们觉得没有，等一下玩起来有就。啊！丢就不敢，丢一人丢一个，什么呢？一人丢一个，每一次结束就要选一个地方放。丢啊！我结束也丢。对啊，所以我们才觉得有点好麻烦了。我还在赌这个牌、欸。对啊，有点多余啊。哦、好啊，那四个人不丢四张吗？啊，所以就是全平均丢，就是我可以丢在同一张上面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丢车就是别人买走没？可是就有点多余啊。那我还要去拖这个牌哦、喔，不是，是你丢了三个这个，是不是就别人、啊？不然等我们玩手再丢，对啊，玩手再丢，不然我再跟。很花，有时候，而且他是说，是一种 balance， 你没错，你丢完之后才会换你动作、喔，所以光是他读的时候就 OK，、哦、你要等。对，好，那我回合结束，我们再来做自日的。自日没有啦，有啊，他要啊，拿个动作、啊。哎、欸，召回是什么意思？拿在手上。召回是拿在手上，是把进驻的召回吗？所以我买一个。领地，我可以再次买一个领地，然后每个其他玩家、嗯、要把一个领地拿回来，干什么、啊？让你再打就对了。这什么鬼、啊？可是他就进历史啊，进、哦、历史我怎么把它拿出来？我怎么？肯定拿不出来，历史就会拿不出来。就是、下个游戏你就可以拿出来，下一场你会拿出来。哎、欸，应该是吧？自的时候我可以，哎、欸、就好了，我可以七张牌获得一分、啊。然后我这边也是，我七个动乱获得一分。我这边自日的时候拿一个动乱、嗯，然后这边自日的时候七张牌获得一分。七张牌到牌库里面，七牌堆不是换我了，来，好强哦，对啊，都这样子啦，第一动征服，哎就好了，花一个动作，然后两个人购买一个领地就好啦，啊，在开心的嘛，我可以买女友，哎就好啦，进驻 read 啦，我知道怎么玩了，刚玩错，哎、欸、我有点忘了进驻在这里面，把牌插进去，那能干嘛？就短暂绿牌，但是我已经因为你如果什么时候会回到手上？召回的时候，或者是你把那个领地弃掉，或把那个领地就弃掉的时候，弃置舍弃哦、那個。哦，然后那些他就会进弃，全部弃牌。那些领地也全部都回到我的弃牌堆啊。对啊，但是你当时短暂卡在那边，等于不在你的牌库，不在你弃牌区。但是我想拿它很难拿，是不是？我要把它召回。你要舍弃那个领地。但我根本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、那個。我也不知道，我现在乱。你看我到现在第一栋，我牌哎、欸，你第一栋牌有绿丸吗？有，绿丸。就是、怎么绿？我没绿啊！不是弄完之后会抽一个，你有抽到这个吗？我没有，我根本没有啊！我还有一张在这啊！我也还有一张啊，烂掉啊！哎、啊欸，你妈！你抽六张牌，你还有一张，代表你买多少牌啊？我抽五张牌没用啊！我多可怜！我买一张，我刚要买一张，老板干什么进两张现在卡住的？我为什么进两张？哦，因为动乱，我购买，然后买会买到买这个。哦，我花到好像剩一张牌哦。然后第二栋这个。到补五张没有补完，GG的。你可以耗竭本牌，哎、欸，回避。所以领地永远那一分是不是？领地永远都是有一分吗？还是一开始一分？他们应该一分。那所以那领地很烂。领地哪有分数？没有分数、啊。那上面为什么放这个？他一开始分，一开始很考验。一开那后面再翻的领地都没了。没了。这很强啊！哇，我看到这个，买不起啊！所以玩家抽一张牌，这么好，抽牌库、哦。对啊。这么好，那我抽完我是不是就可以？我这一张是直接抽完就直接放在这边，等下一次抽，对不对？不是不是，抽牌库哎、欸，先抽牌库，抽牌库以后，然后我现在抽。刚你要没得抽，你要抽牌的时候没得抽才补。哦，补一张到弃牌，然后洗一洗，然后才抽牌。哦，干，怎么是补一张到弃牌洗一洗？所以我没得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是先补一张，拿出来要叉叉这样。啊，
叉叉你去的圈圈、啊。为什么叉叉？先打这个才对。因为你们等一下如果又抽完的话，你们只能一轮、哦、只能抽一张。哦，所以用那个标示，要用这个标示、嗯啊。所以像我等一下结束。我听到什么意思？他现在已经标，他从叉叉发展过。所以我等一下排库没了，没得抽也不能再抽了，不能再补。所以你一回合同一个回合一直很快的一直重启是没有用，你只会发展，只会这边补一张过。对，然后呢？比如说他现在弄了一次嘛，啊，等到你他不小心又用完了，不是可以再补吗？不行，他已经补过了。他就是避免一个回合以后让你排库、哦，像我刚才是，假设我这时候结束，我是四张手牌的，他避免。假设我全部弃掉之后，我是不是又空了？然后你再不小心大家抽一张牌，还有别人抽，他又可以再过来。他避免我重复、哦、一回合快速发展，快速的一直无脑的进程这样。好啦，结束啦，所以抽一张抽到手上嘛。对。哦，什么东西啊？支付？哎，够得是够到手上来啊。对。我。那我是这个东西啊、喔，奏德这个是这个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放逐是什么意思啊？放逐，有五的案子掉、哦，把这边的市场的一张牌，这个是刚才谁买的？有、哦、我买，那我打这一张，奏德这个，喂，这个是一个行动，然后抽取一张牌，从市场放逐一张牌，可是我完全不知道放逐什么，我就随便放逐，你看哪不顺你就放逐哪个。你就觉得基本上想要什么就放过他了。我没有在看，我怎么知道他放过他？这就随机，就随机吧。真的。我手上够，我根本就被动。你可以从你的手牌或弃牌堆中加一张牌放历史。刚已经经过自日了，对不对？可以，我可以不发动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可以不发动。哦，那我放在那到底要干嘛？要快速绿牌哦。是给记住，我真的完全不知道。先把你地牌踏出来再说。那我把第三个杆，第三个。内的抽取一张牌，抽取一张牌，我只有三个行动哦，好讨厌哦。喂，三行动够多了吧？应该的。对啊，爽哎、欸。然后我弃置两张牌，弃置这一张，第二张。他这个斗点真的是，你可以获取这个或怎样，然后突破什么，就是哦，斗点是或都是或。霍家拳的招入。或不是就是不是啊？他说你可以选择获取五个。五滴血，然后豆点五滴血，就是这个红红的、啊，五滴血或是杂兵游戏了。好，就是血跟魔力嘛，五滴血或然后豆点或弱什么弱这个弱 P 的 Q 不是啊，就是弱这个。现在你自己看他在写，然后或弱那个不弱，还是他说你可以获得那个，或者是弃掉。如果你是在这个的话，你可以突破。干超强哎、欸！你是帝王帝哦！如果我在帝王，哎、欸，对，换我吗？对啊，对啊。好，行动，我要做这个尼罗河谷。字拿错了，这个进出一张牌，叉这样子。那我是吧？放在前面，请放在前面。我现在没有就跟你说了，把你的这些全部拿下去，你的被动放前面。被动放前面哦。你这全部拿在桌上啦。啊！我现在抽牌没得抽嘛，我先抽这个一张。然后把这个洗一洗，在中间抽的。这个是氢气牌。好，我现在满足这样。好，再洗，然后再洗哦。对。啊，你刚丢。对。这样可以啊。好。可以。所以这样，插，然后再跟尼罗河下游，再插，再插一张，这样子进驻一张牌插。还有第三段要干嘛？感觉真是，气质是从手上出。啊，恨。好。太难了吧。那就再打一张啊，这个好了，随便。自制的时候可以干嘛？你是什么时候打出来的？刚刚、啊。那你要跟大家讲这个啊。靠人家不会吧？你买的吗？我买了，我不是拿一个领。因为所有每个玩家要召回一个这个啊。我没有东西啊，我召不回来。那不是啊？等一下，那不是买的，那是他自己的牌红。他打出来了、啊。那红底是够得，然后我以为我再次够得，其他才召回、欸、才这样子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他每个句号都执行。这红底是？那是哦。那浮起来吗？啊，是哦。哦、靠，没有红底下的，对啊，那我可以再次购得，你可以再买。哇，这是回收还是这样子哦？那每个人召回一个那个哎、欸，召回一个领地、欸啊，所以我这样就不见了。啊，就去记历史啊，他每个据点都要执行啊。我、oh、靠，不可能执行掉行。那我还要再抽一张这样子哦、喔。是啊、所以我现在要召回是不是？对啊，是召回是不是？召回手上。召回哦、喔啊，你要确定哦、喔。很爽哎、欸，全部召回，然后全部重。没有，你没有，我刚才没动啊，我重新发动哦、喔，不管哦、喔。然后这牌进入历史干，那、啊、可是也没分啊，那只能用一次就对了。那我也召回好了。那所以我像这样补牌的话，我是没有东西补，我就是补抽一张，然后进到弃牌堆洗一洗，再补、就这样，然后补到我要的手牌上去。对，然后我这已经补过就叉叉。
他占你的大杀、嗯。没有，可是在你是在你的回合结束的时候，还是现在？回合结束的时候，那就会他还会再把它移掉，所以每个回合结束这个都会清牌。我的回合结束，你看他补牌嘛，对，然后再清掉。对，他是在你补牌之前，如果上面有叉叉，你就不能补。抽取一张我选择的牌、欸，那代表是可以自己选，就对。充气牌对，哎，抽到六张刚好抽满了。那就不行了。大家再让我再抽一张啊！没有，我等一下再让我抽。进驻是只能进驻到你。好，你先问他。你刚刚那个不是舍弃哦，他那个不是舍弃，召回啊，超强。召回的话，那我的牌会一直很多没？对啊。可是我只会召回一次啊，我不会一直打。哦，可能那就还好。看到你这样那么爽，我就不会再打了。干死都不打，我连卡草牌都不打。尽力死的。进驻是只能进驻到领地，所以这两个都不能进驻。不是，因为只有上面有写进驻啊。进驻一张牌就是进驻到这张牌啊，可是他们写进驻这张牌，但是底下、欸、他讲进驻牌就是进底下。对对对对，进驻一张牌，进驻。哦。那这个下面这些符号到底要干嘛？什么没屁用就对了。啊？下面这个符号没不代表它下面可以放。所有玩家包含自己吗？嗯。还有其他玩家跟所有玩家。啊、哦，还有分其他玩家跟所有玩家。哦，那不错、啊。所以你要骑谁？骑、啊、其他玩家那个其他玩家。不是，我做完了换王爷，那 Y C 是补洞嘛，所以换王爷嘛。我动完了，快，我打三个领地，就这样。那进驻，然后再冲完脚就打出来。等下自日我不要发动。自日是什么时候发动？是等下他结束才发动自日，是不是？对他结束的时候就发动自日。他结束饼干之前，你不觉得很复杂？其实有点复杂，但我已经没有想很多，想说好、啊、就这样玩了、啊，反正赶快把这牌移掉再说。来，打出。第一栋打出泰西维尔，然后泰西维尔舍弃是放到弃牌堆，对，所以舍弃又一直在舍弃 是地，这边的地进到弃牌堆吗？所以你的牌库会变多，会变多，啊、所以我才说这样卡进入有个好处是，可以进入先卡掉你的什么牌，你就绿的比较快、啊，感觉不错。然后还有说你刚有听到吗？他说你回合结束的时候会把叉叉移掉，叉叉结束。叉叉，所以一个回合还是有可能。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用掉。所以一个回合还是有可能你快速发展，因为人家我用完以后我按叉叉放这是不是？你有抽牌的话，哦，我抽了、啊。像你刚才你发动了，那你一结束了以后就会移掉，这边补牌就会在，这边补牌这边啊，要啊，对，我忘记补。哦、有两张、啊，先看说明书，我忘记了，它是在你抽牌之前。为什么这个？我看，但是我在抽牌之前，如果上面有叉叉，你就不能补那张。那什么时候会有叉叉在上面？对，所以它先移除。刚刚他的回合，你要抽牌，你就得放。那轮到你的时候，你就不能再抽了。基本上是等于是你这样一轮，你只能抽一张。可是抽牌的时候没得抽。我先讲一下，是先清除叉叉才抽牌，对吧、啊、？OK 啊、哦，所以你是先清完叉叉以后，然后你要抽牌没得抽，就放一个上去。所以等一下，你要能抽这个，只有到你整个回合结束时清掉的时候。可是我的意思说，刚刚我们要假装现在没得抽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抽这张不是洗到这边去吗？那是一个回合，从这边抽嘛。对。所以那什么情况下还会再抽到这边来？轮到你之后，你现在排过了。不会轮到我这边，对啊。所以为什么要放这个叉叉？它的作用是什么？我不会再抽这里啊。避免你进程太快。会。我先讲一下，刚才我是不是在我的回合过程中，我可以抽一张牌？我是空的情况下，我马上就要补一张了哦。对啊，可是我就要先标个叉叉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刚才其实我在抽手牌上去的时候，我还是会排库再抽你。然后你又在每个人抽一张的时候，他就会你的排库已经这么，我是那么少一点，对，所以我就会快速抽的东西。所以一回合只让你抽一次，对，另外是或人家发动，那我懂，那我要叉叉，因为我刚才结束之后，其他回合让别人你抽个十张、六十张，你还是只能放一张进来。你的动作完全结束以后，了解，他就会拿掉。我没有，不是，请你今天一开始就放上去，对啊，先移掉，先移掉。对啊，先移掉之后然后补牌嘛，对对对，然后这个也补进去就会框叉叉，对啊，所以不会移啊。所以我做完事以后，他就叉叉，还是什么时候移叉叉？不会啊，你做完事情以后先移叉叉，做完事情因为抽牌他是说你抽完牌之后就补叉叉，你抽牌前会把它移掉，确定你可以抽，对，抽完之后你就补上去了，对，不是吗？对啊，对，对啊，你是不是少一个？抽完都可以补上去。我看你在看，我也是刚才看的，没错。是这样吗？这样比较合理。不是他什么意思？什么再讲？先讲，他是先把你牌上的所有叉叉先移除。OK。确定你可以才补牌，你可以从这边可以补到牌，才补牌。在你的回合一定可以补到。对，但是你补完就放叉叉上去，就避免其他的动作让你不小心又快速进程，就是这样子。简单来讲，规则是这样，他这样避免。没错、啊。你做完以后，先讲它，就你做完以后，确定你补牌前是一定会把它这样移掉。OK， 你就一定可以。我们就讲行动就好，行动就是放叉，你先移除你牌上的所有叉叉和圈圈。嗯，刚开始。然后呢，才去清理的时候，
清理阶段，清理阶段哦。OK OK OK。才补牌，补牌没得补的时候，就是抽你的发展牌，就这样。嗯、然后就不用放。然后你又抽了，你就放。再放它，所以我先讲这个什么重要，所以等一下轮到你的时候，你这个是有叉叉的，所以你不能再抽。就是人家的动作上派你必须，哎、欸，我没牌，我可以啊，不行，有叉叉，不行哦，不行。所以在别你变是在别人的行动上，你不能抽这边的牌。对对对，是但是有可能你都没有抽，轮到别人我要抽怎么抽？就洗自己来抽的牌。你等一下结束时，你是不是先动完动作？动完动作时，上面所有的牌的叉叉都先移掉。对。啊，你再抽牌，那你一旦抽牌，还要就在抽一个新的时候，这个再弃牌去这样。哎。然后是不是你做完以后，你这样就放叉叉？你是不是抽牌了？所以再放个叉叉上去。对。那不是只要规则改成我永远都不能在别人的行动中抽这个就好了吗？其实你想想，一回合最多抽一次、啊，因为有可能你现在你不一样，你五个叉全部用掉了，你也不能抽哦。对啊，那我就说，如果加个规则，我不能在别人的回合抽这个牌，有可能你自己回合根本不会补这个的话，那人家有可能让你抽牌，靠，哎呀，靠，就你就可以抽。我自己的回合有人家可以让我抽牌，有啊，刚才不是所有玩家抽一个，你想被动效果，当你牌库要抽牌没得抽的时候，就是补一个发展牌。对啊，到七百多，所以这边或者是可能我所有玩家抽一张牌，对，所以我跟你说，这不在我的回合嘛。对，但是所以我但是你刚才没有补叉叉的情况，你没有贴叉上去，在你的回合也只能抽一张。所以要么是你自己有，等一下我刚刚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你所以说不能在别人规则是不能在别人回合抽牌，他不是不能在别人，而是说整个回合里面我说不能在别人回合抽这个牌，对，但是他是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但是他可以规则说过，但前提是你自己没有抽。就我先讲下被动规则，可是每次不是他说每次做完我都放叉叉，不是你有抽了。被动规则是你的牌库要抽牌的时候没牌抽，就放一张发展牌到弃牌堆。对，这是最上面的规则。对对对对 对, 對。所以你什么时候可能会没有牌抽呢？你自己牌库没得抽完，或是别人让你抽牌也没得抽。对，这时候就是放个叉叉，你抽你补上去以后就放个叉叉，就这样。OK， 你补到就是这样。所以你如果你的规则是在别人的回合不能抽牌的话，那我让你空的时候你要抽牌没得抽，你就不能抽，不能抽哎、欸。你是完全长这样你都不能抽。可是你不是说我每次轮到我结束都放个叉叉上去，穿个叉叉上去？没有结束放，不是结束放，结束之前补牌的时候你先把叉叉移掉。对，然后补完牌然后再把这个叉叉放上去。不是你要补完牌，对啊、他讲对啊，不是他补完牌你要补这个才会。你有补这个吗？你有补这个才放叉叉。对啊对啊对啊。你没有补这个就不用。没补这个不用放叉叉。对、啊、对、啊、对、啊。让人家对，让你补到啊，我没牌也可以补，你再。不是补手牌放叉叉哦。不是补手牌放叉叉。是你牌库空了以后，你需要新的发展，要从这边有。所以他是让我说，我补了那一回合，不会再因为别人的回合补这个牌，有点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，你这对没错。不能讲补啦，就是加牌进去，不能从这边抽牌进去。对对对。我要抽还是从这边抽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好好好，了解。算等一下，那这样子我反而进程变慢了、欸。大家一样啊，一样啊。他另外一个你的条件就是，你这个只有五个、嗯，你如果耗竭完了，你也不能用。但现在还没有耗竭，还没有玩到那个，我是说没有。反正它差别就是，你要把自己想办法让你的牌搞率这个摆不完，要把就是没有。我说进程变慢是因为你们搞不好不会那时候再抽这个。我刚好正要抽的话，我如果那时候没办法补牌。你是不是想看他这个叉叉就是我跟你说，假设没办法补牌，我是不是这边摆一堆弃牌堆，我抽一张起来，这边就洗一洗变成这个堆了。对，我不要耗第三次，把这牌耗完，我才能抽到它、欸。那我是不是多耗一次这一叠牌？没错，所以我进程变慢啊。可是你们刚好没有在换牌的时候，你们进程不会影响啊。我想一下哦，还好，没有他，你只要你的牌库一抽完，一定会让你抽一张牌。不是，就是可是抽一张牌，我抽这边我进程变慢啊牌，你知道我为什么？我明明本来可以，我这两次耗完的时候，我可以进一张，可是因为你们我不能抽这张牌的时候，那我是不是妈从那边抽？那、啊、这边弃牌就全部洗洗，我要再耗吧，耗完它。哦，我懂你的意思，不懂哎、欸，没有、啊，不是吗？会这样吗？不，想象会不会？我们直接公开牌好不好？假设是这样，我觉得没有，因为你要你的牌库 ，OK 啊，你的牌库。剩下你手牌全空了嘛？你抽三张是没得抽，你就从你这边进到弃牌堆，对，然后这边弃牌堆再洗一洗，再补抽两张。嗯，那因为你刚才已经放一张进来了，所以放一个叉叉在你上面，就是规则。OK 啊，所以不会啊，你一定只要你牌不空，一定会进来一张，这是规则，一定的。要么你进，要么不要，要么就是在你的回合进，要么就在别人回合进。所以应该是不会。牌库空了，补牌是最上位的原则，你一定会做到。了解，你一定会把牌进来啊！重点是这个牌会进来，跟你那个牌库洗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好像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好像最多是联合一回合越高，你有牌库没有办法抽牌。你他五个、啊、他五个叉叉用完，他也不能补哦。我们到现在还没用，用到叉叉到底是叉叉是就是耗耗竭的时候要放一个在上面。耗竭的这个是个问题。如果你今天场上有五个叉叉的话，你牌库已经用完，你要抽牌。你也不能补，我们可以从中间借一个，你也不能补。对，不行，就是你发展太快了。所以我要留一个叉叉来，你说用这个东西对不对？当你确定你这回合你牌库会抽光的时候，建议留一个叉叉，就这样子。然后用来放上面这样。对。
OK， 好，對對對對，我们刚哦没有这个叉叉会不会变多？会不会变多啊？将来有没有机会拉？我记得没有，要看手，可能每一个国家不一样。哦，你多获得一个叉叉，了解。像那个什么，像乌托邦，他有说他就只有三个叉叉而已，你看他是变少，就不要一张。哎、欸，所以换谁就行。换 你做完了吧？是不是上这个是一定要做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没有可以、啊、圈圈选圈圈圈，如果能做，一定要做完。圈圈在讲哪里？据点啊，每个据点是个动作。好、哦、呀，你讲这个也是圈圈。每个据点一个动作，你就要做。又动动又擦擦，不能做完就跳过。哦，不能做完他跟大家讲，哎、欸，我做不了，我无能，然后跳过。像换派西维尔，从第一栋，我选择的牌。看那，哎，所有玩家拿取一张这个所有。看，然后拿取是到哪里？到手上。手上，舍弃一张没人进驻的一个地。然后，哎，这个领地不是要不要翻？哦，对，哎，谁买了刚？我刚拿买两张，就翻了。好，舍弃一张有梅林进驻的领地，有梅林进驻的领地，有梅林，我的是梅林。你梅林走进去了？他叫我进驻，偷偷放进去。干，为什么梅林进去了都不讲一下啊？进去哪里啊？舍弃梅林进去哪里啊？进去哪里啊？领地。你将当前、哦、我要帮当前任务和我国家牌库顶了一张牌，放入我的弃牌堆。会不会太强啊？摩甘娜强。我看他太没有那么强啊，我们他不是第一个被认出，哇，他第一个被抓到。然后这是第一栋，然后他第一栋就做了这么多事情，你觉得合理吗？我觉得怎么不太合理。所以现在没有让别人抽牌吗？所有人你自己有抽动乱吗？有，有啊，有抽，有啊，真的啊，那不是原本他没有说自己先拿取一个，然后再所有人抽一个动乱，所以你有没有手？等一下，为什么你的黄色空的动乱在里面？什么叫黄色空的动乱？这个是手牌呢？箭头才会进去里面啊！黄色是什么东西？啊？黄色是我们有，难怪有没有抽？有啊，是黄色啊！你这是你的手牌，这都是你们的手牌，只有箭头才会放上来哦，才可以那个。对，比如他说可以把这个，啊，你是你移除掉的吗？会动作，我刚移除了两张啊，我也移除了两张，对啊。那其实我觉得应该不会花动作移除的，那移除哪里？我第一回合花，我还以为是范围耶，我还以为是移除，那把它移到旁边啊，就是因为这样会增加。就是人家抽到，所以我刚才讲说这个会用完很难啊，有人想，因为我第一回合移两个，大家发现那个人想这样的话，我就放回去，他干根本很难这样结束。但是有他在，应该还蛮。可是要牌可以让别人增加动乱的。他刚才这个超扯，每个人抽一个动乱，抽一枪，对啊，抽一枪，他什么东西？干他妈园林公敌嘛，搞事了吧？对啊，把打去，搞事的摩甘娜，洗牌，摩甘娜，所以叫摩甘娜。啊、还没啦，自烧了，还没，我现在是抽牌，一直抽牌就好了，弃一张牌，弃一张，或是你可以弃所有的手牌去、那個，然后这个呢，做一个突破，可以，不错，可以进驻一张牌，你没有一个这个就获取一个，嚯，认真，才一张啊，来，这红色到底是要干嘛？你说这个是资源，一个是物力资源，一个是人力资源。就是血跟魔力，对、啊，血跟魔了。那这个血，那血会被他打死会怎样？就输了、啊，就没有，你只是现在残血这样，濒死状态。他、啊、没有魔力，就只是你魔空了。对，就魔空了，就是你不能做有关魔力的事情。对对对。对啊，你血你就不能做有关魔力做血的东西。这样很好，这个万圣说，哎，资源跟能力是三角，资源长怎么样？资源都红色，能力有能力蓝色，没有血跟魔力就好。哦，所以。人力是比那个魔力还不是？你知道什么？比较血比那个人力还虚弱，虚弱还多。就你可能濒死，或是这个比较稀有啦，大概一比二、一比三。对啊对啊对啊，蓝色比较稀有。就是魔力比较稀有，一直都比较稀有。对啊，魔力比较稀有，就你可能除非你走魔法师，魔力转圈圈，然后魔力有魔力。哎，好了没？被沉默就是。哎，亚瑟，干我等的知识等好久了。那好难，知识永远都出不来，知识。因为他不想要多抽那张动乱，一直在拖时间。没有，我这可以丢掉，我直接就丢掉。等一下，丢掉啊！第三栋或放入我历史。第三栋放入历史是不会出来，但是最后会放。舍弃一张骑士，然后。干，你现在把骑士舍弃掉了。干，你到底有没有那个有没有血没血没泪？哦，舍弃一个骑士。对吗？他想要作弊哦。然后他等下会玩完，突然说：“我一下玩正，一下玩邪，一下玩正。”然后发现干好像玩错了，就是说：“哎，怎么又把历史又放回来了？”这样子，你知道放回来打这个，因为又找到圣杯。帕西尔放回一张这个动乱，然后进入到一个。因为刚第一回打帕西尔，第二回打不翻呐。要讲，我感觉好像蛮强的。抽一张牌。可是，好像他还要把梅林进驻来，然后移出梅林进驻，然后，哎，他好不容易梅林进驻，现在把他移出，到底要干嘛呢？
看起来很不合理，可是可能是要这样玩的。好啊，你们做前进牌。好啊。进驻一张牌，进驻什么？不知道，因为我是骑车。好啊，好啊，那我知道。OK OK， 嗯。不能拿来进驻哎，可恶。好难哦，然后再进入，然后第四栋哦，浩劫浩劫一个行动，繁龙好强，可是你要有繁龙啊，打出一张，拿取一张这个动乱，每一个骑士进入则获取一分，我现在进入三张骑士获取三分，哇，太强了吧。有没有牌可以打人？拿取这个，你说攻击某玩家，把一个玩家进那个领地给召回，然后还是大家靠一波。哎，你没有东西可以打哦，打出有效果，太强了吧？你骑士都一直站在，你就一直三分三分这样飘哦。进驻，没有只有这样。你确定？你确定没有玩卡牌都可以进驻这么多张吗？你不是一个牌只能进驻一张之类的？我不知道哎，有没有看？看他会不会塞爆？没有看到限制。我看到搞四批，他说干，摩甘娜跟三没有哎，没有，摩甘娜不一样，没有在同一个地方，是他一个人招了三只骑士在那边，三个，就应该是没有上，他里面有女骑士吗？不然三个人有点恶心这样子，三个叉，非常，那这个男女男是怎么发音的？恶心，非常恶心，非常恶心，非常的恶心，有这个有个字叫男女男吗？有啊有啊，男女男，我在想这是什么发音呢？生吧，我记得有个。生吧，你去查看生。生哦，他女男女哎，还是生？不是女男女是那个发音。我四个动作做完了，然后再做第五个。为什么你还有第五个动作？你有四个动作啊？因为我这边有一个那个信仰。哦。但可是你没有信仰啊。有我信仰，我就是四个人搞一个摩根的。然后我那个，然后就影片就马上狂飙。现在多了一个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现在多了一个贝蒂，来确认一下好来。啊，没错，免费打出来，然后弃置一个。免费打出来什么？弃置一张骑士到700堆。什么贝利拉？弃置一个已进。哎，你这什么时候放的？没有哦。哦。第二栋啊，这张。哎，你要弃置哎，必放逐本牌哎。放逐哎，因为放逐。或你可以弃。或者在你的车牌上哦。对，找圣杯的放逐牌没有。哦，然后这个从免费打出，弃置一个骑士已进驻的领地，抽两张牌，哦，每位玩家弃置两张牌，弃两张牌。啊，弃置，从手上弃哦。嗯，好啊，舍弃一个骑士已进驻的一块领地，然后抽两张牌，然后每位玩家弃两张牌。可以打出，弃两张牌，我动乱也可以弃掉，对不对？靠，那这么强哦。你说那个王朝的亚瑟王朝超强啊，我都不知道。动乱也可以弃掉。他现在已经翻了，他发展好像已经翻一张起来了。我弃两张了，弃两张。哎，弃那弃到弃牌堆哦，到弃牌堆，那真的就空了，就是就旁边这样。对，然后废置这个亚瑟王朝，可以浩劫弃置一张手牌，以从弃牌堆抽一张骑士回来。这个历史的就是放在这就好。嗯，弃置一张手牌，然后从弃牌堆抽一张。哇，那弃吧，靠什么那么晚？哎，所以我刚抽完了，应该是要弃，我再弃，抽两张，好，我想好了。干，我只剩三四张嘛，对不对？你有五张，你捡。耶！这个这个牌有点难玩。会吗？你玩得很好啊，然后自热没？干，你这么贱，他已经快不行了，因为太阳什么都出来了。好，那我到时候做。对，还没做到你很久。自热到了没？这样。你要坐去隔壁桌自己玩，因为我觉得你要。然后自热选择拿取一张这个。是啊，你可以从手牌再放一张牌，弃置一张牌并获取一分。然后我弃一张牌拿一个这个。如果先，然后如果没有是不是可以加分？如果没有当前的任务，我可以放一张。你可以从弃牌选一张牌，好像是这样子哎，可以把那个先放进休息。他有哎，你怎么这个？你有丢？哎，什么时候丢的？一开始丢的。我的第一栋啊。可以从哦。怎么历史是在这里面吗？塞在这下面吗？哎，那我可以好奇，我可以不用抽。我是可以防止那个回避，回避别人的剑。那你这个也不用抽啊。看我竟然他是剑吗？进驻弄错，靠！真的，张你选择的牌，你也不用丢两张牌。是，可是我只能再用三张了，有点麻烦。可是你浩劫没错啊，我要弃浩劫就一丢啊，弃，但我要弃哪张牌啊？鸡鸡的，一直丢啊，
七七龙哎，好吧。那我不气啊。七龙。但是会卡我的三个动作。龙宫啊，奇观贺杰，当你放回一个时，浩劫奔跑过来。哦哦哦！当你放回一个动乱是什么意思？放回是哪里？放回这里。为什么要浩劫？当你放回哦哦，浩劫好了没？我自日了没？自日完了，他现在在自日啊，正在自日。那换我了，我不管了，来，这个打出一个获取一个，获取错了，玩错了吼，分数错了，错了，错了，完全全玩错了，这好强哦。他等错了吗？他这个 A B 面就是底下放历史的，哎妹，我抽一个，是不是？看这超强，下面每一个。建筑会三分呢、啊，然后放下去那个分数也有分数。对啊，不是，这不用放下去，这是只要你有的都算。哎、欸，不想、哦、手上场上力全部都算。啊，里面也算啊。对，里面啊，对啊，所以不用放进去啊。为什么？那领地牌是不是不用多啊？可以打在场上、啊。领地牌不用太多，对不对？因为领地牌只要三个就行，没用就。对。但是领地牌多的好处是，你就卡。你这个还是可以去开啊，你可以弃掉的是底下没有的。弃掉可以从领地牌下面弃啊、哦？不是不是，你可以弃掉底下没有放、没有被禁住的。哦。你可以回来的牌就比较少。就你的牌库，你就只要回这三张这样。不会回那么多。你不用回到六张。啊。我说你回就是五张、哦哦。所以你弄完了没有啊？哇、哦，好麻烦哦。等我回去啊。瑞克真的是哦。对啊，他动很快、欸，不然快什么东西？这王八蛋。算了，先不回来好了。我决定这样子。太规则搞不懂，对不对？我要反抗那个，弃掉四个动乱，臭味、欸！看四个动乱，这样全动乱，所以他在摆一堆，然后是全部都动乱，结束，然后可以补牌，结束没有了，所以我要，哎呦，然后我先移除啦，应该结束就杀他先移除，哎、对，然后放完以后再放，这个是我来你的、啊，然后我刚好全部抽到，干什么一个动乱啊？你说你从那个发展抽出来动乱，对不对？干、啊、我啊！我刚地上抽出来动乱，赶紧拿、啊！我还以为有什么强牌。发展又动乱哦，有我一张，换歪自己吧。自己嘞，妈的！我不知道我里面有没有，好可怕、啊。可是还是要拿出来、啊。一张，够得。如果像这个地方就用够得，不用突破嘛。除非你想拿这个，对不对？我更新一下规则。什么啦？干！什么叫更新一下规则？规则什么意思？更新规则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因为我这边的，我们已经玩了。他这边叫做急迫任务。然后要进来这边才叫当前任务，然后这两张牌呢的当前，你说进去哪里？那个洞里面啊？对，你的它有两张主卡，进去这个主卡的时候才叫当前任务。这两张卡是刚刚是抽当前任务跟国家牌。哦，所以你根本不能抽那边的。对，所以不能抽这里，所以这一张猪猪呢不在这边，但是没关系，因为它的自日是如果没有当前任务，就把一张当前任务放在这边。那你猪本来就没有发动效果了？猪那个还是牌，你要拿在手上去打，然后。但你如果没有当前任务的时候，你就要拿一个这个，然后再把一张卡放出来，它就有当前任务。哦。然后这个当前任务才可以被启动。所以它少拿动乱的了。对，少拿没有不是少拿的，差一回，那就先这样就好。啊。对，因为这要第二轮而已。哦，它有一个紧急任务跟当前任务，所以它从那边先过来，就要多一动，多一个，多一个洞，多一个阶段过去，这样就这样吗？确定哦，没有玩错哦。选择的牌。然后有当前任务的时候就不会不能够再就不需要再发动这个动作。所以就卡在这边，就这样就。然后圣，然后他的规则是圣杯是最后一个，然后就结束了。对，所以我要把所有任务都解开才有办法弄。那、啊、结束了，然后嘞，然后我们就算分这样。那我还不赶快插奇观，我在那边。换谁了？换 YZ 了。会不会结束的时候，我这个还没变成帝国、啊？应该不会，因为他这样的话要十年十轮。之前。这么久、哦，我们没有十轮，要这么久、哦，因为两轮才打两轮，而且我要牌打出来才能拉得起来，所以要两轮，一轮一轮放一轮，就没那么快，两回合了，两回合了。认真，为什么我觉得好像要结束了？我刚刚找不到，我刚刚找不到说明啊，他应该特别说明在后面。对啊，有个太会了，好像搞了两个，两个，这三个，再多是一个，然后应该是。这是第三回合，对不对？第三回合，领地又对啊，应该是不确定哎，要标吗？七七张，有三啊，抽一张我想要，然后第三回合，然后五，然后就一加五，一五加二，五加三，五加四，然后变十，第四回合。这个是抽，这是第四回合，一张我想要，第三、第四，放到牌库顶，这是第二个。为什么总觉得？对，第三、第三吧，第三啊，第三回合。所以我应该有两个这个，然后这个一分，
然后我们要多给你分。放逐一张牌，我一定要放逐，对不对？干嘛在那边读这个？你就丢骰子好不好？来，一二三四五，放逐是丢哪里去？移除区了，真的。啊，丢骰子基本上你没有办法放。移除什么？就是弃牌区、啊。理论上你不能。弃牌堆在哪里？就是那边。就放这里。这游戏以后就不用到了。对，理论上你没有办法放逐，因为它上面有标记的，你不能丢。规则是这样啊。哦，那所以其实通我不能放逐啊。那你就丢啊！你说，因为我们一般大家这样放来放去就会通。规则是不能放标志。对，我们到后面是很难放了，因为没有牌可以放住。啊，然后那你没有，你还是得丢哦。啊，那我去移除它了。对，哎，可以吧？可以。那我就抽一个这个。动在哦补，没有，你还没动完再补吧？全部没有，一买完就直接补。哦，是哦。真的吗？一移除就补。所以他可能可以买两个领地哦。对啊，可以啊。可以。他说连续购买两个，是你先买完一个，他再解决第二个。然后回避一个见效，不会冲在脚啊！这是抽圆形竞技场，每个玩家抽一张牌，每个玩家抽一张牌，没得抽，没得抽，哎，有没得抽？因为你那轮已经补过了。可是你可以把弃牌堆，你没有弃牌堆哦。我们弃牌堆啊，是把弃牌堆洗一洗，然后干好爽哦，完全没弃牌堆，然后弃牌堆洗一洗，然后抽一张上来。干，真喜欢，我抽不要了。哎，有了，我拿一个人，好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换我。弃掉。移动红土地。进驻一张，然后进驻一个获得一分。他繁荣了，谁繁荣？警方繁荣了。为什么？你有三个黄色了。我早就有三个啊。你现在抢三个好不好？我敢还敢骗？我一分，还骗？一分。啊，第二道干嘛？繁荣啊？不是吧？你那荣耀吧？繁荣是这个荣耀，荣耀，繁荣。所有玩家可以抽一张牌。哎，敢真假的？怎么？抽，然后呢？选择我们有一个。那个什么袋子就可以获得一个血，或者是我们有一个领地，我可以获得一个魔力，然后我三个领地就获得三个魔力。可以，没错，就是这样玩。就是这样，获得三个能力。好，第三洞冲一下。啊，蛮族入侵，支付一个人力购得领地或那个或盟友。哎、欸，你要多抽一张，你刚刚要我们多抽一张吗？每个人抽一张，围巾两位，从每位玩家。可是这样繁荣是到不了的，那、欸啊、这个怎么？西茂为什么？你说你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没补？我不知道、欸。你说你完全还没啊？那我在看。哎、欸，不是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你在看的啦。那我要买那个那个什么？西茂为什么你不懂文化中毒？很久没玩了。也没有啊。对啊，那你应该要看文化中毒、啊。可以啊，我没有说不行，支付一个能力哦、喔，我要购得那个一个盟友。你上方有剑的会搞人，所以你就要讲清楚会搞谁。哦，会啊？没有，他是每位玩家召回一个领地。现在要召回吗？啊、你要讲清楚。那你要讲啊！我讲啊，没有。哦，你看，比如说每个玩家抽一张牌，不是，那是前一张我已经做完，在第哦，你现在刚打是不是？我也想说，我以为你想跳过了，我想说跳过不是很好啊，召回领地哦，召回是放个棋牌堆。盟友手上，我买一个盟友，一个人力或者，然后每个玩家召回一个领地，然后动完了三动。你要找你是召回第二次吗？我要召回你，没有玩家也要啊，我也要，也要你啊，我也要，你打出来给人发动效果，我也要哎、欸，到底要干嘛、啊？这不是你只招，哎、欸，那我召回这个啊，召回红土地好了，要进驻就给，好召回，我当下我当下召回在手上，不，我想我是我意思说，我刚打出来可以把它召回，可以啊 ，OK， 好召，哎、啊，符合条件、啊欸，这个牌抽完是有什么 token 条件或什么吗？没有哈。四六七基本上是这一波，但是有两倍的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然后他说，若图鲁夫在场可以，或当前任务可以把他放逐。我先把这只猪猪放逐喽。卡法尔可以把我的猪猪放逐，我可以把它放逐掉。欸、然后我会补牌的时候，我会那个，可是我会发现我没有东西，因为我已经满牌，我就不能抽，就不能那个进的。什么意思？我已经满手牌满。不行啊，是你要抽没得抽，对吧？才没办法补牌。就移掉，然后可能看等一下我呢。手牌上限是五张吗？对，还是手牌没有上限？哎、欸，那我超过上限怎么办？没有怎么办？不会弃牌，所以手牌没有上限、啊，你只能不能补到上限。对对对，补牌，你手牌上限跟补牌有关。你回合战你可以自己丢，你要弃几张都可以。真假的？对啊，可以啊，你可以全弃啊。回合结束后可以选择弃多，那我当然弃啊，我补啊，当然要弃啊。你可以啊。好，那弃到剩五张，好，补一张就可以那个。可以啊。好，弃到剩五张，弃。然后补一张，哎，然后打叉叉嘛。那个是你的资源，还是你那个资源是放在那个牌上没办法动的？可以动。哦。你想扩大对不对？不是，我在想说，
为什么不偷？有人有些人为什么资源是可以放在上面，有些人资源放在下面的？没有差了，我没有资源都在这边。七张牌抽一张，然后补牌补一张，么一张干。喊出来招是动画。啊，这最还会召回自己哦，好痛哎、欸！真低痛哎、欸！放入历史，放入历史。历史是永久绿掉就对了。领导是什么？领导很强。这个、哦。嗯，我上一回有买这个这个。他就是免费打出啊，然后一直上去绿牌，一直移牌，一直绿牌，一直绿牌。可是你要移的好啊，好干哦。哎、欸，这样换。浩劫这个是可以直接把弃牌堆放到里面去啊。对啊。然后获得一分哎、欸。对啊。对啊，很多。而且还有七张。很多交换的方式。哎、欸，可是这是弃这张牌是一定要弃。对。干你手牌不是就会被弃掉对不对？就绿牌啊，就把不要的去掉啊。只放弃牌堆。你五张，你最那一回最后打三张，就把你觉得打不到的两张弃掉就好了。哦，而且可以多抽一张，有机会。他可以多抽一张吗？不是，下一回合，哦对啊，那弃也就不能，弃也不能。抽一张牌，进出一张，哎，不是我荣耀，我也是拿取一张，拿到手上就不会打出啊。那粉红色很强，粉红色真的很强。我没有看过，我怎么知道？我可以看一下。你就看最底下那张，好，最底下你说王洞王之王还是有差、啊？没有，有差有差，那个是直接换。是我看这下面比较，还是看这个？不用，那就很强，就是、啊、真的很。可是很难打出来嘛，就不用，他基本上都不用啊。干那就龙，可是你要打三个，这个才能换一张啊。就可以就打龙要难听，我以为很贵，我以为这很贵啊，就是你要用什么五个人力什么三条才可以盖出来，我靠背，那我们就是支付什么什么把那张牌使用，我靠，我以为这样子、啊，这上面都没有支付成本啊，你不是都支付到写在这边吗？这我就怕等下拿，是不是？我怕等下拿起来上面说你需支付说打出这张，靠，那我干那太运气了吧？我那太痛了吧？然后我没有干，你倒被拿走了啦，太爽了啦，贱人啦、啊！狙的啦，刚才明明就可以繁荣的，不是荣耀啊，什么繁荣，繁什么荣啊？哦哟，回避剑的效果，你这奇迹被弃掉，搞屁哦，谁把？然后再上，再上什么？再上摩甘娜，不要一直，哦，再上亚瑟王。已被进入的已购的，对我舍弃那个。干啥？怎么这么扯啊？然后已购的这个或棋子，啊，弃好我都没有。哎，就好啦，就好啦，就叫亚瑟王上。就可以拿领地，是爽的、欸哦。他等于就是叫骑士出去人物，然后最后找到圣杯回来。嗯，他这是概念，所以圣杯放在最后面，找到圣就游戏就结束了。是 call game， call game， 但是怎么就算分？就算分。那还有分数？有啊，他每张牌上面都有分数啊。该扯吧。他处理完的任务应该都有分数。你现在几分？干嘛跟你讲、啊？是蛮有趣的，可是这个我觉得蛮吃那个动作的，更有趣一点。动作。就是很有趣的动作，因为你要干人家那个东西是不是？小哦，围巾哦，围巾啊，刚才就抢人家，他抢人家这个啊，抢人家血，我这边都可以，你就平血啊，真的空城计啊。他抢血哦，就是抢那个红色的嘛，对啊，他先获取两个，然后再从每位玩家窃取两个，那个是剑吗？对，是剑。然后如果不能支付，就会拿那个动乱，就这样。可是他这是帝国的时候才可以用啊，这是什么？他没有帝国啊，对啊，所以帝国的时候才能用，所以不用担心。你什么时候翻帝国？他还没帝国，这样玩啊。哦，他帝国的时候才能用完啊。帝国的时候才能用，一直塞牌给他，对啊，不能。帝国的时候才能用是什么意思？那个围巾，哦、那个抽人家，人家血。嗯，不是我，那我现在抽牌的，免费打出。哦，领导要帝国的时候才能用，不是这个围巾。抽取一张牌，先没办法抽人家血。可是他刚刚买这张牌就偷人家血，偷人家这个啊，他刚买了一张就偷两个。帝国的时候才能打。哦，那就是刚买的那一张，围巾那张要帝国才能打。哦，我以为是领导哎、欸，没有了。那他刚买那个领导嘞？领导很强啊，现在手上啊。不知道干嘛用了。哦，所以结束了。所以要自制了吗？我不知道歪子问的。看我到底不会自制，我也可以自制啊。对，我在等自制，等很久，他妈你到底是要不要自制？好像应该召回那张。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先做自制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没有差、啊？妈的，打算了还是不要？等一下不小心又做了两次字日，因为做字日以后，他等一个钟头他做完，哦，应该是下一次字日了，就不是他妈的头一动。我们是把字日跟动作都做完，然后就哎，到底做完啊？又要字日，我们再把字日跟动作做完。哎，其实合理耶，字日做完，我们三个动作做完就换他了。什么？打出这个？为什么亚瑟王出来两次啊？他会一直出來。你打哪一个？打这个。不用动作，还是你动作？我觉得他是对我们疲劳轰炸，他
好到最后我们都 不想管他打他就随便念。为什么我打这个获得一百个人啊？出来两次，为什么？他可以出来很多次啊。他抽到我可以捞，又捞捞回来再把他打出来，所以你就叫他一直出征这样。但就只有这几只了，好不好？哦，太威啦！好，那结束了。结束的话，这个气团，这个打出来然后就几百只。然后这是我可以弃弃之一张，你要跟大家没舍弃一个就获得两个，这个是我获得吗？对方对方对方，这是动作，等于毁掉了。太扯了！弃之一张手牌，然后可以抽取一张手牌。啊，这个是这张牌本身两分是不是？对。历史哦啊！那你支付那个没？你拿动漫了没？哦，这边是卡梅洛城，我可以耗竭它，然后如果卡梅洛城在场，可以把一张放回去。哇。现在是干嘛？现在是干嘛？自制动作，我现在可以做自制式的干，好高兴，快自制，你们都做完了，自制。我要做什么东西？然后他可以他是放到第七张这个，换取一分。放到历史就出不来了，对不对？这牌好难。然后我现在是这个通通都收起来的吧？没有，是先弃掉，先移除再放。我就做完了。啊？那你有补到那个，你要放啊？你有没有有牌库补到？那就不用放了，对啊，有牌库就这样。哇，牌库这么多，这么尴尬。然后这是你的手牌，然后牌库这么多，你到底买了多少东西啊？你们每个人都有前面有都有房子吗？你没有哎、欸。你说这个建筑、喔？这种建筑？哦，没有哎、欸。有一个罗马城，没有、欸，我有一个。您叫什么城？卡梅洛，看一下。卡梅洛城，我没有哎、欸，我今天我没有。来，所有玩家抽一张牌。抽一张，摸一张，抽一张，两只牌出来抽，摸一张，干！以后不管抽什么都干，让大家以为我就抽到了。哎、啊欸，不行，我自己不能抽哎、欸，等一下。啊、不要，那我不跟你们抽啊，等下你们就会抽。他是鸡麻烦。我刚刚不想跟你们抽，不要。到底要不要啊？我就把它放回去。啊、什么？反正是这张，因为我自己不能那个。好，那放回去啊，放回去，放回去啊，放回去啊。其实也没什么差。刚到抽起来是气势一张，很奇怪。月亮一张这个 ，OK 哈。这个牌库好难哦，我选错了。会不会等下正面弄完之后发现说，然后没有一张动乱扣几分？我有两张烦恼。哦，对，我还在抽，我没有任务的时候，我要抽一张这个，然后放一张任务。突破。磕磕吃。啊，到底是要怎么玩啊？好特别哦！哦，管他，人家试试看。啊，算了，给你们支援好了啦。给我们什么？到底怎样啊？哎、啊，我抽牌是不是？我抽牌没得抽会怎么样？我真的搞不懂。没得抽你就没得抽啊，不然你就弃牌堆洗一洗。那你要抽别人的牌？弃牌堆抽一张啊。你抽牌没得抽、啊？到底要不要让我抽？就弃牌堆洗一洗，弃牌堆抽、啊。你要不要让我抽？我全空哎、欸。全空就。不要，我给你们抽，就这样了，决定。不是全空，你不是那个会移掉，你一定会，你自己一定会抽一张啊。这个还是被锁住的。不是，你现在结束补牌是不是就是一个锁字。对啊，他就会补一张。再说嘛，不要。就一张手牌打一下。买东西。来，我要买那个。就绿牌绿过头了，糟糕，没三动花不完。在手上。所以是有可能这样发生的，绿牌绿过头了，你看。刚刚我们就在讨论一个问题，没想到马上就做出来。好啦，结束，然后我来移除，我要没得抽。所以补一张，这两张直接拿起来。群岛，结束，下一位。干，这机器人，我支付乐吗？机器仓。三四五。哪买一个好？请注。舍弃一个，这个获得一分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我张绿牌，这个很慢，好像有问题。我拿这个稳得呢。我用突破。到手上，然后这个再抽，马上补嘛，对不对？你说牌吗？对，弄完放跟我讲哦。好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好了，没错啊。不是，我说我一直干，你口还没到我啊。第二个，你已经六分了。啊，主要每回要一分啊。太扯了，太夸张了。你说这边六分，你已经六个点了。那你不用弃牌就可以一分啊？有啊，要弃这一张牌获取一分啊。但是我会拿那个。然后又来气，然后再把那个拿掉。那太扯了吧？这样合理吗？不合理。我打这个。哎、欸，那个是火凤燎原哦。啊？后面的日历还是那个火凤凰？好，这结束了。日日的。结束了。红红，你有六哎、欸。红土地根本就有六。差一张牌。靠，好强哦！获取一分，差一张牌，获取一分。靠，为什么没有一分？亚瑟好强哦。
获取一分。那它难在难哪里啊？它有任何副作用的牌吗？不是，它难难每个都有。伊特鲁压力什么获得两分？这个比刚刚那个难度，这太难，这是高级牌组啊！我也觉得好像玩起来蛮难，获得两分哦。你说我玩起来很难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三道荣耀，我要不能来弃置三个领地，全部变弃牌堆。不知道，但弃置三个领地，然后可以从牌库这个抽两张插牌，两张牌拿取其中一张。真小啊！来个骄傲不能被打出，那我拿它干嘛？你看底下几分？若以进驻十二分，若在历史中八分，否则三分。获取进驻一张牌。入住呢？进驻呢？两个用掉。超难被动回去，你就不要被动回去啊！会很藏好，你自己选好不好？放历史，另外一个免费打出。哦，靠！可是我要那么多资源干嘛？你想，就跟你说很强啊，对不对？好像蛮强的。好，那要一张，另外一张怎样？盖回去，手上盖回去，对，盖回去。好，你已经抽到了啊！你抽啊！但是我抽奖了是吧？一堆弃牌，这个是这些三张，好吧？那这些都弃牌，全部都弃牌，走吧。然后补牌嘛，这个拿掉嘛，然后补牌，补一二三，但没有不能那个。下一位，换要那个浩劫，要等字日啊！浩劫把亚瑟弃一张牌，然后把亚瑟王拿回来，然后一二不认天地。可是难归难，但是你只要动作多的话就可以出。对，他动作这样。那我们这个就是动作多也不能组了，因为没有动作可以。对啊，好强哦！我现在，而且是他在我之后动，他已经六分了，我现在才五分而已。对啊。好扯哦！好扯哦！怎么可以这么扯啊？比扯铃还扯。扯。然后把这张扯。哎，你丢都不用动作吗？他说你可以进入一张牌。哦。那我就把骑士进入。抽取一张牌可以进入一张牌。你还有第二天哦，第二天。哇，然后到时候再可以再把骑士给做一些动作，再做动作。我觉得怎么可以这么强？真的超贱的。对啊，有时候就做坏了吧。对啊。你说椅子做坏了？我觉得没伤。我觉得，我说这个牌组做坏了。哦。这牌组做坏太扯了吧？你觉得很扯吗？比扯铃还扯。啊，这都不能动哎。放弃了，放弃抵抗。为什么会把一个切放历史林地？这样差一张。哦，好吧，就只能这样啦、啊。我会不会等一下弃不了？弃不了再说嘛，发生了就弃不了。你要先等它发生了才知道它弃不了，对不对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也是隔一轮才知道。哦，原来可以荣耀。哦，我靠！那两张好强，你说荣耀啊？那两超强哎，那两张好强。我就跟你说，荣耀要打不要要。我不知道，我以为上面写说你要支付什么啊？我都没资源，你要支付什么？拿起来卡在手上这样，就是我舍弃三个灵力要拿一张废牌这样，像卡住像石头，就不是，超强哎。另外一个是拿资源的，一个是我刚才讲会有分数，就是你看怎么放，有进驻这样，它是什么进驻？若以进驻就是。换亚瑟，就他去进驻别的地方，进驻下去十二分第二个，超扯的，夸张。打出这个，他可以弃牌堆范围，我没有敌，我就知道。然后进驻进去，我可以帮他效果，所以进驻进去以后，我可以抽一张牌。对，有没有让别人领地牌永久移除的、啊？然后再进驻。那这牌都好强哦。他等于靠领地去洗骑出来，骑出来再洗动作出来。或者你可以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他领地只有能让人家召回的，他可以插那么多。你刚刚召回领地只能用一次就没了，是吧？就进历史了。第三道禁忌嘛，是哦，那你可以召回这个动乱，但是大家一起召回啊，不是是所有玩家召回啊，对啊，可是没有一个已进驻的就获得一分，这手牌变了，所以我获得三分。你确定一个领地可以进驻那么多人？然后他，要不要玩错干那个？那你死完了。对啊，是不是不能那么多人？可以进入到一个领地，或者他们来打出的效果，所以我进入到这个领地，以后他打出的效果，我就再做一张牌。就是领地可以进驻这么多东西吗？好像没有特别行。那就是做坏啦、啊，那叫他你是进三个骑士，然后骑士很多再进一个骑士，这样子。他是人骑士派一个摩根纳去陪那三个骑士，他是人骑士攻的。对啊，第四个动作梅林。
舍弃进入的领地的三个骑士以收集当前弄。对啊，他把三个骑士舍弃到基本上到了补回来，再进入一次就三分，然后再把他舍弃了，然后每回只要他轮一圈又可以发展，又可以那个三分，这样确定没有玩错吗？到手牌，你确定是高级牌组，这是作弊牌组，这是轻松牌组啊？这太扯了吧！好，我自动做完，然后再来做免费。因为它有四洞哎，我没有哎，我没有，我从来就三洞而已。这边都讲到没有讲到领地。他没有关键词进驻的吗？要找进驻是不是只能进驻、哦、每个进驻只能拥有一张进驻一张牌之类的这种，是不是？啊，如果有就好，没有一张牌下可以有多张已进驻，然后免费就可以，免费看到了，对，免费打出舍弃已进驻的领地，然后抽两张牌，免费打出其他玩家弃置两张牌，弃置两张牌手上吗？哦，妈的，干真假的、啊，真的好强哦，弃置两张牌。哎、欸，他明明就只是弃置两张牌，哦，这个已进驻的，哇、哦，好难哦！靠，而且他又可以把那个再取回去，干，真假的？弃两张牌哦，七七嘞，攻击那我不要，哎、欸，干我、嗯！好，那做姿势动作，第一个姿，好，姿洗白，弃置两张牌，弃置一张牌，弃一张我可以得一份，干。哎、欸，所以饼哥，你刚刚有弃置两张牌，我没有，我这个可以防止，哦，好爽哦，你这怎么想看？可以被靠接着打出一个死牌，放入我的地。哦，这好像不错。我要从我的弃牌堆中放一个到历史，过去一个狼，过去一个历史就放进去就好了嘛。这样，对对对对，就直接放进去。好，好，就这样。要自制是吧？结束了吧？自制结束了，换他。我干嘛？弃两张牌这么讨厌，他妈打到我了，鸡鸡耶！我你说打鸡啊、哦？我还有这个，打到我鸡鸡，打鸡啊，鸡鸡，他的鸡打到你了，有点痛哦。哦，这个可以，你说那个可以耗解，我可以耗解，可以放一张回去，就好啦。没关系，你决定好真的有哦，可以放、哦。好，今日玩换饼干这样是吗？为什么换饼干？我怎么觉得这么遥远？然后我的手牌变好少，你剩三张，我剩四张。就是搞人真的是，对啊，可是他现在手上有四张动乱，这合理？来，我里面还很多、欸，你牌库是不是很？你牌库是不是很厚？你现在好像很厚。我有九张动乱，然后你牌库很厚的，九张都要扣十八分。我倒不是，我说你的牌库现在很厚的。对啊，因为他光九张就动乱了，十八张的一半是动乱。我靠，好屌、啊，怎么会完成这样？来一，繁荣，太威啦。繁荣是抽一张，就要抽一张吗？真的假的？可以吗？你不要反悔，你先想好。我一出来动乱卡啊！但我都没得抽哎、欸，我觉得真是。那是你自己把牌库略太好了、啊。你没得抽，你还是要从弃牌洗，然后那个啊。不要，我知道了。他就没弃牌啊，就所以他才一直讲没得抽，他没有弃牌。他没有让他一轮。对啊，到底要不要让我抽？不要，不要。什么有人？你要把我先问了。从市场中放逐一个牌。啊，又要放逐市场，你放逐他的啊？丢的呢？好了，一二三四，你有嘛？对不对？好、啊，真的丢的、哦，六随便选啊，六我们随便选。这个、好，哎呦，哎，动乱不用这个、啊，开哦。哎，为什么你在这边？开错了啦！我就去看。哦呀，歪了，歪死你了，歪了。开第二个来，荣耀，太威啊！七张张，所以两张可以开。二，一定很纳闷为什么不选那张的人。哎，这样是七到七百。我没有荣耀。看两张。不用荣耀就很强了啊！不用荣耀就很强啊！干，好强哦！很强的，第一张很强的。我要这张，就是好，另外放回来。来，免费打出。对啊，那免费打，但我没获取三个这个和寻找。你做完了？还没啊？快，应该快。反正我先做，因为我不影响。是吗？我先想想我要做什么。对啊，我先拿四张牌，这个。进驻一张牌，不要进驻。弃牌对象放入历史，我也不要。放出一张牌。放逐一张牌可以解决了吗？啊，一直放逐。啊，这个最后一栋，支付两个，你购买一个可以充钱。好，这两个买这个就好了，开喽。结束了，好。放牌是，我就三张，然后我放逐两张牌。我弃两张。放逐。开就丢牌了。然后抽五张。放哦。没得抽，所以放下去，然后这弃两，然后抽五张。哦，弃这两张。这弃牌在哪边？对对对，反正是要分类，是不是？应该没差，直接丢吧。等一下再分好了。好，我结束。这么快？我刚就想，我做要做这件事。要做完了，就是会有人比较慢一点。哦、对啊，对啊。哦，这个不能直接用。这金矿很慢啊。
我支付各支付一个人力，有时候支付两人力，把它移除。了第三栋繁荣。哎、欸，看我有领地了，靠腰嘞。繁荣所有玩家抽一张牌，抽吧。哦，一二三四。然后如果我有这个可以在场，我没有领地就不行，好烂，废掉了。但是把它打出来吧，没关系，好吧，就这样。然后这个丢掉，这两个移掉。这个动乱移掉哦，我花两人力，然后。这个戏牌有没有东西抽了？我补一张。哎、欸，我露出来了耶！露出什么？半个统一了耶！统一什么？统一啊！好快哦！所以我的本卡牌进入我的历史哦，不是，这是这个哦，这个还没，等一下还没。我也是露出来了，懂、哦？可以，那红色这时候就不能打，对不对？应该是露出历史。哎、欸，还没，我这个要拿走才会翻面嘛。我不知道，拿走才会翻面，啊、还是现在已经翻面？还没、啊，还没，还没，还好，还有红色。我要买手的红色很尴尬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换亚瑟王，换莫根勒菲。嗯，还有很多。你刚刚到底想好你这回要做什么没？没有，应该是没有。我也觉得应该是。冒号杰弃之一。冒号杰。莫号。从弃牌堆中抽取一张梅林。哇，抽取梅林太威了。然后弃置一张牌，以选择抽取一张。哎、欸，刚刚是每位其他玩家，是我自己不用召回啊。对啊，我一样。我说每位，每位，然后我你是剑就是攻击别人啊，你自己不会有效果。对，我刚想，然后讲完一圈之后，你说你也可以啊，我也要吗？哦，每位哦，每位要，然后靠背这个，每位其他玩家就没有我。过去两个，这个和这个。召回一个，也获取一个行动。这个先好了。哦，奥杰若卡罗都在场，所有玩家获取的，只有其他玩家拿取。我这样三个都做完了。动完了，这回合这么快？哎呦，刚几分？他可以做的牌就会变弃牌堆了。奥杰。哦，所以下一动就会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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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，我先做奥杰啊。我刚看他手上已经有莫甘娜，他等下干嘛？好可怕。莫甘娜，哎，莫甘娜是黑发。莫甘娜跟我们想象中不一样，不是金发吗？所以这个也是莫甘娜。我先打，另外有一个金发。打一个这个，抽取一张牌，然后进驻的梅林。太威啦，进驻梅林。然后打出莫甘娜，第二栋打出莫甘娜。哇！玩家获取动乱。要防止动乱。